大家报告一下吼，咱确定啊吼，连续一直上课上到食暗顿，所以吼，咱确定啊，若有想要去变数的吼，咱就直接去，吼。咱的讲师吼，确定啊讲无要紧，你若想要变数，恁就直接去。啊，咱会继续一直上课吼，拢无休困，一直上到食暗顿，吼。啊，我用北京话讲，再讲一解吼。我们等一下上课直接上到吃晚餐，中间没有休息。如果你们想上厕所，你们就直接去上厕所，哈，不用报备，直接上厕所再回来做，哈啊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中场都没有休息。这堂课很重要，为什么这堂课很重要？我们哈，咱自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以后，哈，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以后，伊做过足侪哈不人道的事情。我们等一下的讲师他是哈真正的亲自的政治哈。受难者，他现在是我们的政治局的副委员长，哈啊，由我来介绍哈。那真的，你们可以听到一篇台湾的真正的真正的详细的历史。啊，请大家起立。今日，大家请坐。啊，多谢江市长吼！啊，咱各位同心吼，我想讲要讲过以前，我讲，然后要去变数的人，关心生意。啊，因为我中午无要休困啦吼，就是安尼弄到底啊。啊，那阵中午人要变数，拢要紧吼。迄、那个哎，迄条迄个迄落，我伫遮吼。迄、那个各位来小看一下吼，我本人，啊，因为小丹讲的吼，我爱负责任嘛，所以我讲啥物话，大家记得我的名，蔡在元吼，大家记一下吼，在元滚滚，若要钱的拢来找我，无要紧的，欠钱的来找我，含我压一个手吼，恁着迄个钱着压过啊，就对了吼，我那较早爱免皮吼。人普通讨一张名片啊，哎奇怪，靠人要讨两张、三张的啦。我讲奇怪，是讨名片要从啥？吼、哦，这也袂当换咖啡，讲三张名片换一个咖啡的吼。哎、哦，叫原来来讲，伊要坑到咩啦？很多八股来滴啦。吼、哦，迄左人讲吼，伊要坑到皮包吼，甲锁咧啦。迄财源较袂走出去啊，我还笑一下吼。哦，所以足趣味的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名吼、哦，阮是大人吼、哦。唔知是安那较爱钱啊，是安那较爱好咧财源啊，而且财源吼，的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绝啊，谓之财源，还财源滚滚。但我这财源哦，拢滚去别处去啊，啊那呢，拢滚去朋友遐去啊，啊家己呢，留一点点啊，会当生活落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名足趣味。啊，但你何这个名，啊个靠咧插政治咧，啊足奇怪，你何这个名做生意落啊，所以人吼、哦。足奇怪啊！啊，所以你看，从今仔日，我用台湾的精度吼，何去何从啦？啊，这等于讲咱人吼，啊，为对来，要为对去啊！啊，即嘛何去何从？那人那些呢？就是事业失败啦，了钱啦，创啥来讲？哎呀，即嘛咱人在变哪样啊？何去何从？家己想这個问题吼。但我只讲咱台湾经过遐侪劫难啦。啊，到底何去何从啊？所以我想讲，你来上课了后呢，好多人在咱的学历上、法律上，咱可能听秘书长啊，其他拢有讲到咱台湾的这个问题啊。但我先讲为咱台湾的前途何去何从呢？因为我本身是咱目前台湾咯啊近代史的见证者。啊，所以我用台湾咱近代三四百年来吼，甲做者连结啦。啊，用较简单呢，大家较清楚。因为以前咱在座遮个同心有可能吼，毋捌插政治啦，但有关心政治啦。啊，甲知影讲，咱生活伫台湾啦，出世伫台湾啦，啊，食台湾米啦，啊，脚踏是台湾土吼。但伊较想讲奇怪，较安尼方一路。为咱的祖先，按交代、交代、交代到即嘛，尤其是迄个近代内底啦，迄交代佫较忝啦。
哦，当然过去咱唔知呀，但是近代咱大拢拄着，尤其是阮，尤其在座咱这辈哦，可能哦，有通我小想的，我1940都交合15年啊，我咱在座可能也有啦哈，我交合15年1940，我因咧叫做29年出的，我做中华民国叫29年出的哈，我姓林的哈。他都安台的高雄，讲到哈，我第一批罗汉西面顶吼，啊，为着讲台湾的独立，啊，去接了，第一判就判12等啦。所以我坐12等，但是因为内底成绩未歹吼，所以佫加3等落吼，所以变15等啦吼。而且你要加这個，你若无成绩好吼，袂当随便你落呢吼。啊，我刚来去绿岛大学。啊，这间大学哦，凡读到拢倒去啊，拢无去啊。哎，啊，凡这辈熬读册，读到拢倒去啊，就要收起来。即摆咧哦，咧往这参观呐。所以过去老一绿岛遐时哦，遐个绿洲山庄吼，哦，你啊看，内底当然有阮的相片名底下啦。啊，以前大无小白，以后你若准有去绿岛参观的时哦，加减啊就去看卖。啊，阮的迄个纪念碑哦，是有下骹悬倒起来。人必然变是顶悬的吼，阮为地下室啊，实体选起来，吼、哦、啊，在阵啊，以后迄个德行咯，参观看卖，选起来是迄个揭幕典礼吼，是李登辉，迄阵做总统的时吼，吼迄底下，伫阮的绿洲山庄的头前遐，住伫咧海边啦，要出来吼，加减啊去进修啦，去进修吼。啊，所以简单讲就是讲，啊，阮伫10几档内底吼，迄、那个担忧的迄、那个苦楚啦吼。但系讲到艰苦的所在吼，咱卖讲伤济啦。咱人欢喜拢较欢喜较好的，迄歹吼，最好是较歹听的吼。但无多咧，伫台湾迄个国民党即外来政权吼，敢欺负的时阵吼，老实讲。袂人有迄个气吼，无当透，无当透。啊，所以阮去坐落，咱在座即大家可能无机会。啊，即人个当个命运，我会惊即条，那足奇怪个代志啊！我即下读六外校个时吼，买一面吼，伫迄个门口吼，惊3年啦。因为即六外你若入面了吼，就人生就改变。所以伫门口吼，家己行李关咧吼，哎，阮是人反对呢。伊讲你读军校。内底也无亲戚朋友，内底吼，伫军营内底，也无背景，也无从来。你读去是要从来，入去叫人欺负的。我是大人讲起来无唔对呢。啊，你课本大下落啊，吼、哦、啊！但是呢，我那阵啊，唔是咪得心哦。我那同学内底，都我两个选入军营的啦。就讲你要掠好囝，你无只内底是免掠得到。就讲你无只学功夫是免怎，大拢要问大下。啊！阮迄阵是主张安尼咧，用武装革命的啦。又对即外来政权的时阵吼，无用武装革命袂使，所以你爱入去学功夫啦。啊，有功夫就是爱那入去军校内底嘛。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是人吼、哦、改变吼、哦。所以你行3年了吼、哦，看内底用门口看内底看会到吼，入去随剃光头啦。吼、哦！啊，剃光头是衫裤换起来，伫迄个操场咧爬啊，就对啦。甚至要来训练半点钟啦，所以徛伫门口讲，即门内甲门外吼，就是两个世界。我若入门来了，人生过了改观啦。但是想着讲，唔知是先天有一个任务干嘛先啦，爱入去，吼，阿都向拢总行入去，所以人的命运就先呢。所以入去了吼，那我今仔日那考一本大学去吼，啊可能。今仔伊可能无机会，他们才重新来做伙。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3磅4磅的时阵吼，几十年后，第一台湾的政策几拢变，小当我讲会着吼。所以讲，入去六关的时阵咯，就改变人一生。所以我咧发生的时阵咯，我就那一个伫六关关吼。但咱是主张讲，即个国民党都用关出来哩呀。迄阵我咧阵啊，伫读高中啊时就即个观念嘛。爱得走路的呀，哎奇怪，啊这走路这台湾都唔是也是那开，总咧乞食官庙公安呢，
啊，你安那由细汉哦，咱有这个思想，唔是大人有诶啊，都当阮诶家庭啊。阮诶家庭诶先来讲，阮诶老爸吼，迄阵，迄个因要来接手诶时阵吼，阮老爸听阮阿妈咧讲吼，讲，啊，去码头甲接啊，阮高雄码头啊，安尼因咧兵拢一个军舰过来吼，爱码头接了。所以我细汉诶时阵哦，就听阮师大人转来，咧甲阮阿妈报告啦，吼。讲吼，你看呀吼，什么乞食兵啦？哎，细汉的时候听讲什么乞食兵咧？到慢慢啊读册，较知影讲哦，乞食兵吼，就像个兵啊吼，迄个打扮成乞食安尼啦，就是吼，迄后壁顶生花啦吼，后壁裤脚穿草鞋啦，哦，啊个啥呢？个一人拢派两支穿啦，就一支啥呢？七九步穿，恁少派，啊一支啥呢？咧食薰迄个。迄个烟枪啦，食水薰吼，较早恁来咱阿妈啦，是大人咧食迄个薰有无？遐当当迄个迄、那个呾薰吹薰吹头啊，遐吼，咧两支枪安尼啦。啊，所以阵咧也袂感觉讲是大人是咧讲啥，但是阮咧三民国校吼，遮日本兵因咧宣布吼投降吼，部队要等于日本啊。阮囡仔吼爱遐看吼，嘿，奇怪。迄皮吼，拢擦到足金啦，衫裤拢足整齐啦，包括裤件啊金闪闪，啊，我那个抽迄个武术刀啦，迄、那个班长有武术刀，我那个抽我讲金闪闪，啊，你囡仔因袂感觉安怎吼？妈妈伫大汉奇怪，战败的国家，迄、那个军队仪容也阁遐好，啊，所以讲战赢的就对啦，唔太像记者兵啊。妈妈大汉甲想起来。原来是安尼，因也是用拍甲咧走路的，无唔对啊！你拍甲迄个重庆要山顶，闽南山顶啊！啊，所以以后是拢更奇怪。啊，咱日本含咧管咧，啊，想是即马较早讲，啊，咱迄阵啊日本人啊，因为咱台湾已经归属日本的啊，啊，所以我迄阵啊算日本人啊，啊咧奇怪，啊闲啊，伊讲这呢啊，啊，来咧点炸弹是啥物人啊？是美国吼，美国来轰炸你干啦？唔是中国兵啊吼，歹势我这爱甲禁起来管呐。我即马咧上课吼，哎，好，这要甲禁起来，较听个给电话来，歹势吼。我禁起来。迄、那个细汉甲大汉的想法，我想象来讲，因为阮迄个家庭，啊，你后二八迄个时阵，阮一个阿叔，阮老爸第二个，啊，第三个阿叔咧做医生啦，啊，做医生的时候哦，因为出了一个恶性哦，妄症啦，关节皮包吼，要出人看病啊，叫出了中国病啊，病病，啊，病病的时吼，咧一好个仔呢，伊做医生啊，一门哦，拍到这个所在哦。从倒来吼，爱白蛋迄个挖伫迄个墙啊边啊，啊墙啊边的时吼，咧流足侪血，爱医生家己知影那机会啦。好啊，再多啊，阮头前的吼，早时啊五点我爱巡残水的啊，吼，啊经过都看到啦，爱袂啊讲话啊，已经吼，迄血流足侪吼，敢若讲支架啦，啊阮头前的迄个吼，迄巡残水哦，吼，赶紧来报呢，阮家的人我会记我细汉哦。总动员啦，就是阮老爸啦，阮阿叔遐吼，为了伊用被单啦，贴被单，迄个棉胶被哦，贴被单起来，啊，为去门口店吼，去叠歌啊，收集叠歌啊，啊，为去安那去摕迄个红歌啊，因为咱较早拢无过啊，啊无过吼，拢为红歌啊，好，啊为去夹边吼，用迄个安尼啦，总个贴迄个布啊吼，拢用红十字啦。啊，迄、那个德哥人啊，倒嘞吼，啊，红十字突然吼，可以用一个门扇板呐，吼，我阿妈去叫人去拔一个门扇板来吼，做担架安尼吼，下顶的去红十字吼，也足悬的啦，阿爸带一群阮这孙啊，迄高囡仔一大堆吼，拢对阿爸，较袂讲吼，顶员讲吼，哇，你这堆唔知啥物货，我阮这孙啊拢出去吼，搞阮阿姐吼，送去病院安尼啦，啊，有救起来。啊，所以二八事件慢慢也是伫大汉吼，较底下教阮高中学也是足济啊。
伊迄个作战性的吼，敢若学生囡仔尔，伊拢抓起来时吼，更咱的迄个卡多筋啦，更个卡多筋，那北部因是更手啦。这更手的时吼，以后有一个伫电视咧讲吼，迄个拄安那都要闪过，因为你若更过吼，才十个啦、十几个做一关拢杀去迄个卡车顶关，因北部是安尼呢，你更手了吼，几排一个。断一个，啊，即嘛一个倒嘞，搁断第二个呢。啊，即个伊又造出来是安那呢？是断头前个时阵吼，唔知掉了伤紧，总要掉了啦。啊，掉了时吼，你断出来，甚至都断无掉啦。啊，所以伊咧水内底吼，唔那白白总要起来，所以一个魂啊，为这边更贵。迄阿仁山，啊，咱高雄诶无一个挖，为虾米？迄更哩卡紧啦。所以吼，在写完了，规卡车吼，拢对，拢死。所以你大汉的时哦，佮听到我伊个头上吊的时哦，佮听到咱的前辈作者拢二八事件去的，看来足艰苦。所以伫学校的时阵吼，落几啊代，人讲啊，迄个臭气相投就对啦。啊，落加加嘛讲，加讲，嗰个慢慢想讲好，即招罗政权吼，免那个下面来输赢。迄种想法是讲一直爱用武力，因为你部队你若无有一个将官，有一个。请别那下面去革命，迄最初的想法啦吼，当以后想法的改变，迄少年的想法，我如果讲改变的是啥呢？两村迄希特勒的时候，当初伊那想讲要用改变的，就是啥呢？要引导较早的德国皇帝吼，啊到尾啊多啊关出来，伊希特勒坐三四当的呢，出来了时吼，当咧讲，就不一定爱用枪啊，会当来那用算计啊，就改变政权啦。啊，所以阮解读出来是咯，那往往想讲啊，利用选举，吼、哦，咱改变政权呢，所以咱人来支持啥呢？咱本土的，吼、哦，以后是咯，伫民进党以前叫做公正会，公正会以后当然变民进党，啊，所以咱本土的，所以阵想法拢是安尼啦，但这拢都完全错误的，小当我来讲吼，安尼错误的，错误过了十档就丢人哦。来，我即马来。哇，这是安那安那迄落，上下不要那用上下。安那下嘞，哎，不要那用主力好，来即摆员吼，我做个民进党执行长，上下这边啦吼，做个执行长吼。因为出来当然参加民进党，无可能参加国民党的嘛。所以我小等下讲吼，这个民进党吼，到尾啊为什么背叛咱台湾人？啊，我即马来个是资深的民进党员啦。好，我小等下做些说明就对了。吼，伊为什么把咱当初咧建党的时阵吼，啊，伊郭玉文以后甲咱改掉伊，吼啊欺骗咱台湾人，所以变安那呢？变成国民党共同咧撑咱台湾人，我小来做一个详细说明吼。咱在座你老民进党员拢要紧，哦，我讲我爱负责的对啦吼。在这中间，我也做过咱高雄三门宫吼，然后参加这个宗教庙事的吼，我不能在咱高雄三门宫吼，迄三代主的吼，啊，我第一说来啊，作为党署长吼。因为伫个政治甲宗教内底吼，确实啦。一般从阮国家同学出来，伫政治内底吼，伊拢伫生活伫啥呢？迄个掌声啦、镁光灯啦，因个想法拢是官位啦，就是地位啦、关系啦。但是呢，你若插宗教了时吼，你除了即个考虑以外，还佫想哪呢？以万民苍生为念呐！安尼心吼，你咧插政治的心吼，就较袂遐自私啦。所以我有机会滴，我插着咱宗教了心，我去做内政部迄个宗教咨询委员。当你宗教内底，咱台湾的宗教吼，全世界第一名的啦。你就内政部登记内底吼，有21个，即马可能个增加变22个吼，拢是合法有登记的。我是奇怪，啊宗教那遐那济咧，
台湾特别济，无一个国家比咱较济啦。啊，咱除了宗教济以外，政党啊，全世界佫上济啦，百几个政党啊。恁家想讲讲有遐奇怪？嗯啊，目前个讲啥物国民党、青梅党，嗯啊，佫有迄个台联佮民进党尔，啊，其他佫有啥物党啊？有百几个。即个国民党哦，定要互遐政党成立，要佫撑咱台湾人个啦。政党普通成立是为了选举啦，为了政权要执政啦。但是国民党好呢，这政党是要从啥呢？就是要开收据吼，让人乐观啦，公司内底乐观啦，招税啦，啊因内底吼，有这个利益个啦。后迄个政党内底吼，因翁咧做总主席啦，啊因某副主席啦，后生吼秘书长啦。啊！一口罩，搁招几啊朋友，成立一个政党诶。这你毋捌听着吼，听感觉较奇怪啦，安尼啊，熟悉就是安尼。所以咱台湾有百几个政党，啊，就是国民党调工安尼啊。即个政党诶成立，拢是国民党延伸起来吼，迄个叫别啊党就对啦。啊，并未拢咧称咱台湾人，因知啊，啊，咱毋知啊。好些个政党因为即开收据啊，而且咱迄个地所得税。所以我公司要倒税先咯，我要交予政府，我不如交予你，你这个政党安尼，啊，你开一个收据，爱开收据，唔是照实开呢？假定我摕100万来管吼，爱收据该写200万呢，啊，这个免税啊，你报税吼，你招税就对了。所以这个真苦哦，这种一般的人咱都唔知啦吼。讲你这宗教吼，全世界无来承担的，尤其阮高雄吼。算安尼宗教联合国啦，你所谓吼，所谓内底什么道教、天主教、佛教、什么教啊、佛教拢有啦，阮高雄特别济啦。啊，这宗教阮咧开会时喏，感觉触别的是拢有咧本位主义啦，所以本位主义啊，我这个宗教吼，我拢为我家己设想啦，而且这也无唔对啦，有咧各宗教的代表吼，你比方像迄个佛教吼，佛教是爱主张讲。欸，啊，我伫台湾即个遮个时吼，遮个遐个动物吼，拢也无念经啦，啊，拢吼，就屠宰场出来就卖完啦。伊讲要当汤吼，设一个迄落佛教的，无，迄个佛教屠宰场啦，就是每只客啊是啥物要杀时吼，爱念经啦。哇，这代志大嘞啊吼！所以阮就怪讲再演绎啦，就去研究家己啦吼。啊！这佛教徒的时吼，伊就建议啥呢？讲，我那肋骨汤吼，政府是来扣税就对了。哦，这也无合理啊！哦，啊，你肋骨我那是摆伫啊吼，骨头伫啊，我老咧个念经上经呢。哦，啊，政府是来要扣税，啊，无讲好在意啦。哦，这以后就在意啊。道教讲吼，我的收入嘛靠咧金砖吼，金砖香啊，啊，你讲要扣税？啊！你金主也是了，无少，阮都无迄个收入啊！吼，阿边啊，我要在意啊，搁在意啊，好啊，无变啦。所以宗教内底吼，你若无参加这個，拢唔知遐触别代志啦吼。我来这简单讲者了先吼，我来讲来，进入吼，慢慢进入咱台湾历史的沿革。咱早讲这荷尔摩沙吼，吼美丽之岛啦，迄最初是迄葡萄牙吼。因为船队过的时阵哦，看到哦，靠，遐那水的这倒地啊吼，啊，但因嘛无入来。但等澳洲了时吼，落地啊臭屁啊！好，我经过迄个时吼，台湾黑家阿伟迄个太平洋过时，看一个足水的迄个岛安尼吼，啊，然后呢，就是安那呢，迄个西班牙，吼，迄个中大星啊，就对啦，西班牙中大星吼，好不？因为唯一的淡水压起来，在阿门城咧阿门港哦，即卖还阁有留伫个。西班牙了时喏，在荷兰呢，嘿，因老听着咧，讲真正迄个所在有遐水个。较早时喏，迄个舰队哦，因欧洲呀，因遐足强个，都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，因遐足强个，所以因来舰队来。按有对呢？有迄个为台南啊，龙年门只啊登陆啊。啊，即卖是吼，因在北部是迄落西班牙好，因就安那呢，吼，就开始吼，荷兰啊，西班牙是64年，有无啊？64，英吉利亚甲六字
总共拢总伫三十八档的是荷兰时代，就是把西班牙啊赶出去，啊伫遐统治啊。统治的时候，各位恁知影吼，因较早咱讲笑番呐，哎，其实咧，伊咧讲咱是番咯，但是咧，因这个番吼，留伫咱台湾吼，用的物件、甲话吼，甲真咱啊继续咧用啊。你嘛像讲阿姆陀啦，你阿姆啊咧用迄个陀啊，吼。啊，咱讲起码讲北京用水泥啊，啊，咱直接翻你个讲个水泥啦。啊，其实喏，咱咧用来讲阿姆陀，啊，咧用习惯啦。迄个阿姆啊，就是因吼，迄个荷兰西班牙伊砸来陀啦。啊，用黄啊灰啦，啊，黄啊咧用个灰啊，吼。你较早讲灰漆啦、灰茶有无吼？落迄个黄啊灰咧拍迄啊，迄个因较早因砸过来，咱较早就无啊，吼。啊，黄啊油啦，哎，黄啊咧用个油啊，就是较早。诶，荷兰啊，西班牙，因只番啊，阿门番啊，咧用个就对啦。哦，这种种的时哦，啊个啥，迄姜啊，诶，番啊姜啦，哦，诶，番啊姜吼，对不对？咱即马讲迄落什么的辣椒啦，迄北京用辣椒啦，啊，其实咱也讲是番啊姜啊，迄番啊恁个姜就对啦，哦，叫番啊姜啦，哦。即老个即语言的时哦，咱继续咧用啦，嗯，啊，用了就袂歹用咧，但来继续啦，对不对？迄叫外来语啦，吼，外来语吼，外来语。荷兰时代了先咯，话地心宫呢，哦，啊，等于说就伊个伊就是是中国嘛。因格莱先吼，你讲单单讲就是讲，因老爸田子良嘛，伊其实那海贼啦，啊，讲到海贼啦吼，阮高雄吼，各位恁老去高雄吼，恁要注意哦，伫个西湾阁起来吼，个沙尊头，沙尊头遐有只嘛一辆叫开台吼。诶，迄个福德寺啊，福德宫啊，就土地公伯啊吼，就当初的时有七个海贼人吼，为高雄登陆，啊，就伫迄个所在啦。高雄的时啊，即马变家呢，你若想讲，迄个电信公的时代吼，迄根本都含你即马看的环境完全拢无同啊。但是呢，历史留落来，就是迄阵啊海贼人为阮山村岛遐登陆的，早期七个。啊，所以有当阮来高雄咧笑，讲嘿，你是毋是海贼来后代啊？吼、哦，因为拢无考古啊，对啦，吼、哦。就像讲，伫农历门啊登陆，吼、哦、啊荷兰就结束啊。所以简单，咱就讲最初就是西班牙、荷兰啊进入咱啊地心宫的时代。啊，嘛地心宫咧，到尾就清朝有无派西戎？来进攻平遥，啊，入来台湾，正式纳入清朝的版图。啊，所以台湾的强军有当要讲，从唔知对一个叫做西戎哈，那、啊、是要出兵啊，好、哦、出兵有中共哦，哦，啊，这好啊，再有咱台湾民政府啦哈，啊，稍等，那继续讲哦。所以1684年哦，台湾纳入清朝版图，这是1684哦，哦，迄阵啊规定啥呢？中国人甲台湾哦，未使娶某囝来。各有一人啊，因的禁令啦，叫做海禁啦，伊惊人偷渡啦，所以这个政策吼，咱有感觉奇怪。安尼英格兰时吼，拢十一个啊啦，吼未使带十一岁过来啦。啊，十一个啊奇怪，咱后代时那出来你讲啦，哦，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吼。我来想讲起，阮的遐祖先啦吼，可能有含边部族的遮吼，大家三甲做伙啊。并不做一家，因为清朝来迄个时咯，你个人十一个啊，袂使迄落啊，哎奇怪啊无十一岁啊，变哪有咱遮后世，你啊台湾遮后世啊，吼、哦，这毋是咱今仔讲的范围啦吼。但是我咧改提前讲吼，咱可能也有含咱当地遮原住民，尤其并不做一家来讲吼，有迄落混血。咱的血内底吼 ，DNA 有可能来验验会出来看啦吼。哇，阿凯哥走去顶关去哩。你这迄落唔是啦，继续嘞吗？你看，你来继续是呢，在下面。这边是下面了，哎，啊，然后再下吗？
上下啊，然后我现在要下，再下，后来盘旋哦，这样哦，一周每一周内底哦，控制系统无同啊，哟，走宜兰去也无同款，走伊新竹新竹无同款哦。来，咱继续哦，今麦来重要哈，咱进入这个1890哈，有无？清朝甲日本发生甲午战争啦，哦，这重要的。咱台湾的迄条台慢慢做些了解吼，就是郑成功了清朝起义了后，伊来统治咱台湾，但统治咱台湾的时候，唔是拢总台湾呢，是伫沿海一带啊，中山山脉一当的时候，拢含伊无关系啊。但因呢，刚我今天战败日本和日本战败了的时候，吼，当就是1895年啊，因拢挂号。迄个日本啊，啊奇怪，啊你干那一个一条啊，尔尔，他系规个吼，连隔壁厝地拢挂日本啊。虽然因计遐原住民吼，含日本台冲突啦，哦靠命遐牡丹事件啦，有无？啊，无风事件啦，大坝林事件啦，昨天人日本兵晓得，我奇怪，啊即阮岛是安那，较会唬人伊啊，挂唬人伊啊，即含清朝无关系啊啦，我清朝就是安尼啊。哦，爱怎啊挂怀心吼，无征求咱较早祖先先民的同意呢？伊挂怀是讲，即地拢归拢挂怀人甲骗哦。讲啥？台湾的所在吼，叫做男无义啊，女无情，鸟不语，花不开的所在啦，是即个花花之地啦。所以根本挂怀人啦，插插人啦。啊，所以因去原住民讲，啊，即恁小台恁小镇的心吼，嘿。啊，这是那这含你也无关呢，个规拢挂日本去啊！吼、哦，这个大家各位吼，哎、哦、呦，这个认知就对了。但迄阵啊，伫台北的时候，有这个汤景祥有无？汤景祥的时吼，伊来含台北地方的人讲，哦，啊，即马挂日本吼、哦，咱袂使迄个日本来迄、那、落、個，所以呢，家己成立这叫台湾民主国啦。亚洲内底吼，第一个民主国的就是咱台湾啦。啊，结果咧三日的寿命尔，伊就烂杠走路啦，哦，汤景祥哦，所以阵来用啊啦，拉地黄虎旗啦，这个旗啊，确定小等下看会到吼，用这个旗是安那呢？迄、那个因中国叫做青龙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迄、那个黄虎就是啊啦，龙兄虎弟啦，所以伊那是要归顺吼，迄、那个中国的满清的啦。所以，伊个用这个名，用迄个拿地黄虎旗啦。这个旗在我细汉的时阵，迄条听的吼，听讲村里迄条较早五虎将内底其中一个吼，李万金因遐啦。啊，唔知即马团团啊，这个旗啊，唔知为倒伊啊。吼，即我啊未来时哦，迄、那个台湾建筑师来国宝这个旗啊，就是迄条拿地黄虎旗吼。稍等，我来看图片哦，和各位看一下吼。来，1937的时喏，日本因为含咱原住民哦，发生足大诶冲突，啊，死伤也真侪，到尾啊，征服，因为当初清朝挂哦，迄个日本诶时阵吼，老实讲，真侪拢毋是诶，迄落嘛，毋是清朝管辖诶，啊，咧解讲到一个拍输哦，厝地隔壁吼，即个土地厝拢互人就对啦，啊，所以为着安那，为着讲哦，要即合理化，所以征服啦，即、這个征服，吼、哦，所以向全世界来宣布，哎，开始1937。就是汉民化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咱的一寡咱的先民啊，就是讲咱的时段以前，迄大家搞不好拢就变日本籍的啊，大家日本籍的哈、哦。重要即马即个只大家爱知啊吼、哦，这就是咱的历史关键的迄落啦。1945年，就是那用折算哦，恁有哪算了关系，叫做民国34年了哈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两个合作用恁较袂混乱的哈，又中差11年嘛。45减10年吼，都变迄落嘛，变34嘛吼。为什么个特别爱记这个呢？吼，因为迄阵等咧战争啊，等咧战争的时吼，日本的时呢，4月7日，是去日本迄落纳入大日本帝国，就把咧呢，把迄个台湾甲平壤拢纳入大日本帝国。纳入了那呢，一第一也让征兵啦。所以咱就作个特工队啦，特工队啊，拍到美国惊着呢。喺伫菲律宾的时阵吼，咱特工队吼，一架飞机的时阵吼，伫炸伊的军舰，炸伊的基地啊。
所以当初马克赛要来接手的时候，总叫迄个蒋介石，这其中也一个原因啦，就惊咱台湾人较遐命就对啦吼。啊，会当啥呢？派人去参加迄个参议官，所以正式纳入大日本帝国。哦，咱即个知影，即日期记咧。8月15日时，和美国原子弹点了了，伊才宣布投降。所以伫咱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这个后面内底吼，多差了就4个多月时间啦。我这个历史的观点啊，所以有当即马大咧争执的啦。啊，你开始日本军啦，啊，我大，哎，阵啊，着日本的宪法来改变的啦。较早叫殖民地啊，你清朝挂徽，这就是讲法华之地的时阵吼，挂日本了，那再讲日本来咧建设，建设了个袂歹啊，哦，啊，纳入大日本帝国，有无？就开始啊。啊，即马45年的时吼，在美国用2条原子弹去炸。啊，各位哦，这出名的第三呢？日本天皇讲，吼、哦，啊靠，这武器吼，很啊强呀。两粒就甲咱炸咧几十万人的死吼，啊，过来又加炸一挂，咱就规拢土去啊吼，啊，就宣布投降。啊，结果呢，是美国总共吼仓库内底那个迄两粒尔尔，哈，总啊强啊那迄两粒尔。哦，啊，这个是战争内底时吼，美国想讲好啊，你唔知偌济，啊，过来甲无我日本都亡去啊，对不对吼？啊，是美国先吼，是先做两粒试看卖吼，我还算两粒有效呢，就日本就投降啊，你讲啦。所以台湾时阵吼，马克萨一六零叫蒋介石来即个暂时来接收啦，吼接收啊，即咱台湾的命运就开始安尼起来啊。迄个马克萨是战略上一改变，本来吼拢一块岛一块岛攻过，叫做主导攻击啦，伫战略上吼是安尼主导攻击啦。但是马克萨是安那呢？讲好啊，我流亡岛死伤遐济啦。我即个美国是去参加迄、那个去参观硫磺岛吼，因来勇士们吼，为了插迄个机啊起来吼，啊，人家死伤真济吼，啊，结果伊咧想讲，我若过来攻台湾吼，哇，美国唔知要死伤偌济咯，吼，啊，即个日本的是啦，伊方讲你来个攻台湾吼，台湾来失去唔知变怎，啊，所以安那呢，所以开始派皖东军啦，调两艘的皖东军吼，就是伫中国，迄、那个。日本伫皖东军的最精锐的部队两输过来，要过来台湾呐。啊，这个回想着讲，我做细汉的时喏，想讲嘿，看下拢金闪闪，衫裤足整齐，羽绒足整齐，就原来的精锐的关东师吼调来伫咱台湾的，所以也袂紧张吼。啊，因为导航来倒当呀，所以部队看吼保持相当完整了吼。啊，好建立咱这个好的印象的。所以马克萨叫做越岛攻击越岛，伊讲我要侵察青龙哦，我直接拍到你门口顶就对了。所以呢，直接攻奥克纳瓦。啊，这个奥克纳瓦命运改变啦，伊就攻击的时阵哦，奥克纳瓦站起来。所以呢，1972年啊，你要看20年后啊，伊就安那，我要归乎日本呀。啊，咱台湾呢，歹势。多好，蒋介石1620叫伊来啊！啊，这基地定点吼，甲咱定的拢袂当走，啊是咱台湾苗，哎，伊就中国赶出来啊！啊，中国赶出来时吼，无当伊无当走，全世界上界大难民呢，就是迄批啦。啊，迄批时吼来占咱台湾吼，啊，因有钱啊，吼啊，所以利用迄个时，讲因安呢，因是胜利者姿态吼，来占咱台湾。伊毋是讲为着咱吼，讲因咧讲功课啊，即马功课无咧用啊嘛。较早咱细汉啦，功课侪咯，吼那个点点夹菜啦，吼、哦、是毋是呢？各位咱遮时代为难有拄着这吼、個、就是呢，一个功课啊，大拢毋知影讲我啥物功课咧，我着脱离日本来通知啊，所以讲哇，祖国来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就阮时代去伊码头转来了咧讲吼，讲吼。倒回祖国的怀抱的时吼，有失望了的时吼，慢慢咱读册直直大汉，较了解讲，吼、哦，所以迄个祖国吼，伊两讲个咧，讲我恁台湾若无阮迄个时吼，解救就对啦，恁若继续吼，就不能统治人吼，所以这种心态，所以叫伊用胜利者的心态吼，
台湾人在霸占咱台湾呐，所以过来了先咯，抢啦、强啦、干啦、杀啦，造成开二百事件。伊来占台湾了先吼，隔年话时间呢，就1947年有45年战败无啊，47年就开始二百事件。即为虾米呢？你要从阮阿妈讲吼，阮三阿哥啊，若要出门吼，拢要抹黄脸啦。阿哥，你知抹黄脸意思吼？的面啦、手啦吼，抹黄酸黄酸啦。所以阮阿哥三个吼，见了后拢保持足完整吼，就安那无用糟蹋，无用揪，就是归功阮阿妈。嘿，阮阿妈还知影讲吼，恁左囡仔要出嚟吼，爱抹黄酸黄酸啦。哇，这是熟悉的，吼、哦，黄酸黄酸就对啦吼。啊，无真切啦，因遐遐中国兵来，遐德国兵啊，遐来吼，吼吼。就敢无所不做就对了，所以咱台湾命运就是因为马克思160无代无志，叫蒋介石来接管，就接来讲这变异的，吼、哦，所以即马过来刷人吼，开始因呢接管的是1946，吼、哦、你知影吼、哦，国民党的宪法啦，一言过吼，数次咱发生二八事件嘛。这后是简单用中华民国吼，这来叫做，因通过了这部宪法吼，唔捌用到啦，啊，就走路吼总排咧，啊排咧走来台湾吼，总求咱台湾讲这部宪法，今仔民进党的时阵，含伊参与咧修这部宪法啦，甲当作咱台湾啊出不去，小到慢慢会直直讲到这个问题，这部宪法是走路宪法，伫中国都根本也未用到呀。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机啊，甲这直播起来，新竹派啊派来走路，安尼来遮，啊，通伫咱台湾，啊，也强迫咱爱承认这个直播宪法，吼、哦。二八事件讲，我、哦、这个，吼、哦，这个机啊，吼、哦，你知吼、哦，我坦率讲，就是台湾亚洲第一个民主国的，就是咱台湾呐，啊，足不幸的，三几年年就走去啊，吼、哦，就咧这个机啊，吼、哦，你看吼。哦即马刷的先吼，就是蒋介石，就是要共产党赶出来，赶出来呢，流亡伫咱台湾，所以话用中华台北，啊，咱台拢不想讲奇怪，啊，中华台北，啊，佮用中华台北，啊，中华民国佮用中华台北，原来即马咱佮知讲，迄个是流亡的嘛，啊，走路的呀，啊，伊安那啊用即个城市的名，二次大战的时阵吼。法国迄个德国，迄个侵占有无？但因个流亡政府，迄伫底，迄伫伦敦呐、啊，英国啦。所以因今仔日法国流亡伫伦敦呐、啊，伊袂让流亡去英国啦。所以用城市个名，城市个名。啊，所以流亡呐，流亡伫台北，毋是流亡咱伫台湾呐、啊。所以你帮这流亡政府，流亡政府乃是有选举呢。但流亡个时呢，袂使就地合法啦。国际话就是安尼。达赖喇嘛的时呢，伊去伫印度，那迄达赖喇嘛做咧流亡政府，唔爱因老是有选举呢，唔是有选举，你就表示讲你咧合法的对，一个国家。所以吼、哦，咱拢可以骗你啊，骗几十当的啦。为较早的时咯，要反攻大陆啦，啊，阮就是因为反对这反攻大陆的时咯，用这个帽啊敢提咧。所以当时要反攻大陆，拢伊家讲的。啊，无要反攻大陆，啊，因家讲的；啊，要统一讲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啊，拢伊讲的；啊，要反攻抗俄，当时呢，啊，拢伊讲的；啊，无要反攻抗俄，啊，拢伊讲的就对啦。所以政策是老实讲，拢无经过因的所谓合法的，另外伊通过，嗯，啊，若要反攻抗俄就反攻抗，啊，就结束就结束。所以阮偌济人呢，拢是牺牲这个安那呢，无合法的政策内底。管理的就是讲，我什么要反攻大陆嘞，反搞嘞吼？哎、欸，你若讲反搞，你就你阿爷，爱、啊、就是用这种的铲除异己啦。你若对政府的政策吼不满呢，也是有该放弃的，拢就所以啦。啊，小当我那讲几啊吼，迄落可能听了啊，足爱就啊熟悉的案件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，伫个蒋介石通知的时候开始就戒严吼，我即卖开始后来。流亡之来是了戒严，
这个蒋介石蒋家甲蒋介石代作为讲，有这个时间的问题吼。啊，所以吼，我有一款吼，来合理作为讲吼。啊，若无先哦，三点钟啊，讲不完啦。统计时间吼，各位在座你若感觉讲不可思议，但这确实你发生在台湾。啊，因为我本身是受难者，啊，作者和你感觉爱笑的，那这个就爱坐落去啊。讲两句话，讲三句话，啊，三个人做伙，讲你就要叛乱啦，吼、哦！咱拢今仔日，咱咧讲这个话哦，我系规拢掠你阿爷啊，啊，恁就无掠着掠我讲的人啊，啊，较早无可能啊，你听心机，爱秘伫咧咪就配来底呢，爱偷听呢，啊，我讲哦，这样呢，这个招罗见馆吼，哎、哦，我咧讲时呢，我敢讲，无人敢听呢，卖国讲要台湾独立啦。干那骂蒋介石的时吼，你也偷偷骂啦。啊，全台湾迄阵啊上自由的所在，你对恁敢知啊？恁唔知吼，你伫感觉内底啦，或感觉内底上自由，你当骂啊？啊，大陆骂入去的啊，啊，所以内底就骂啊。啊，你外口人骂你，爱入去内底啊？吼，所以外口等于无自由。啊，阮感觉内底吼，绝对内底介自由。啊那啊，就骂啊骂骂了，惯死惯死啊，哟。所以全台湾上自由的所在，就是阮领导感觉内底啦，会当自由咩啊？迄个蒋介石吼，要讲伊作者案件，啊，甲蒋介石讲吼，老实讲吼，迄几本册啦，啊，我几贵啊咧吼，就讲伫通天时阵啦吼，有一个师大都毕业的吼，伊读数学的啦，啊，迄间学校吼要教册。啊！你教的拢正常正常哦，但迄个校内底有一班迄牛头班的啦，吼、哦，各位知影啥物叫牛头班的吼、哦？就是无要升学的啦，吼、哦，无要准备考试的牛头班的啦。教教无一个老师教的落来啦，迄、那个老师真的无多吼，拄啊拄到即个少年囡啦，师大毕业的吼，即中国啊就对啦。伊个校长讲，我来，吼、哦，即少年的自告奋勇，吼、哦，阿光哥啊。迄校长来甲伊讲哦，你这些少年，啊，这囡仔作歹教，伊讲无问题。吼、哦，啊，即卖去的时候教，吼、哦，真正吼、哦，迄班内底牛头班的牛头班呐、啊，调皮捣蛋一大堆啦，吼、哦。结果一教教时有一日啦吼，嗯啊，期末拜啊，伊安那讲呢？伊讲像你们这样的吼，就像你们啦吼，我们的政府怎么反攻大陆啦？嗯，啊，这应该正常啊，你每家囡仔了。结果内底人吼，就等于甲因大人讲啊，讲阮的老师咧上课吼，讲咱的政府哦，不可能反攻大陆啦，啊因家己调皮捣蛋袂讲啦，啊讲不能反攻大陆，哎呦，啊你报报一个，迄个经状元咧，哦吼，啊这老师这思想有问题，你也先来教囡仔教讲迄个咱政府无法当反攻大陆啊，咱的政策入要反攻大陆的，你竟然公开咧教册是讲安尼，吼、哦、啊你厉害呢。你爱心哦，伊就讲啦，嗯，无啊，一个囡仔调皮捣蛋，我是咧骂呐，趁你这种学生是要咱红大陆，有无这个代志？你这个思想有问题。哦，啊，上个月判官咧，要法官遐吼，伊就给因老爸吼，这個、青天白日勋章啦。哦，一咱听讲，哎、欸，这个可能是吼，迄、那个特赦的，死刑咧判无罪一款咧，唔啊真正吼。结果安那呢？一个客人哦，法官讲。唔免用较济啦，你这吼思想有问题啦，来判三当落啊，吼、哦，伊这无行为啊，是思想问题呢。所以迄个青天白日勋章呐，也无掉就对啦。迄张啊留底以后，你啊判死刑，那摕出来用落啊，吼、哦。这你看，足简单的公事尔路代志吼。个另外一个迄个波阳啦，也只啊名叫郭玉栋啦，历史学家啦，你知啊吼，老翁生一样。伊咧写文章吼、哦，有禁忌啦。第一，老蒋诶蒋家无要骂啦。第二呢，警总无要骂啦。第三，调查局无要骂啦。嗯，啊，这有道理啊，因为遮拢会掠人诶。啊，其他呢，伊拢骂啊，骂啊老国代啦、老贼啦、遐干部啦，这拢无要紧就对啦吼、哦。文章拢写者，无多少人诶命运也先咯，都淹没啦。做《中华日报》而且副编辑吼，我觉得不派，迄种迄个漫画有无？漫画内底吼有400位啦，
第一百位吼，人爱是英文的吼，叫翻作中文吼，就讲有两个白仔，吼，两个白仔，来到一个孤岛，拢也无写对哦，也无讲写台湾写对拢无，啊，两个白仔啊来孤岛，啊，这孤岛哪呢？第三百个新吼，头前因老爸啦，啊，伊的后生弟阿伯啦吼，拢无讲写什么人哦，迄个红纸内底吼写告全国同胞书面。哦，啊，你也知道，哎，这个谁呀？什么人啊？哦，安尼呢？第四百度的时阵吼，因后生甲因老爸讲，哎，爸爸，啊，这个到了咱两个呢，看下我告什么全国同胞声明，嗨啊，这个来敬重了，啊，这个含我关社会了，迄个入到的时喏，我拢特别关特别房间啊，落去监听的啦，哦，这个，啊，其实这个变那个判，但是呢，伊就抓伊的同学啊。同学一个留往高雄哦，干部局的孙官落掠来，伊阿咪伫大学同学诶，还是伫中国读诶。即卖用伊同学甲用同学，因为同学即卖伫中国遐咧做会官、会干吼咧做官啦。即卖安内甲啥安内讲安内呢？啊，恁同学吼，平平同学，就是恁过台湾的心吼，恁就互相有联络啊，有互相联络就对啦，表示要当。对中国政府就是蒋介石的政权就对了，安怎安怎安怎安对了？哎，用这结构来判十档啦。啊，你看完拢无？哎，四百多啊，我也无写啥物人啊啦，就足简单尔，佮白仔囝就因两个吼。佮内心吼，你会记无？迄个台视吼，最初吼，有一个叫做比手画脚、比手画脚的节目啦。就是我写一个问题吼，啊阿伯读啦，啊头前就比啊，讲哦哦，啥物话？哦，船啊吼，爱着用这船啊行，安尼吼。结果迄个现课的主持人吼，是安怎呢？迄毋知啥人写好的，爱着叫头前表演的，讲下来，表演呢一只龟啦，拢也不讲啥物，好一只龟。啊，即摆后壁呢，啊收过一条海啦，我拢也不讲台湾海峡啊，啊着收过海。啊，即摆迄后壁咧念吼，哦啊，一只龟哦，变一个四脚朝天啦，哦，而且四脚朝天变一个四脚朝天吼。啊，踢个踢个踢个，吼！你安尼踢个踢个踢个，对啦，四脚朝你踢踢个，总吼迄个警方保安处抓伊啦，讲你咧想要啥物人，想要蒋介石啦，又大家讲像恶古的事一样，啊奇怪，也无讲啥，啊就伫一条海咧踢个踢个尔，伊就想讲去台湾海峡啊，所以你想象力足强的啦，安即个抓，即个节目拢无伊啊，吼！迄个台视最初的你少年也唔知啊，台视开始有这个比手画脚。吼、哦，阿、啊、个来，讲一个先吼，伊即卖十月三日是生日啦，啊生日大家拢去拜迄个中山堂、中正堂吼，都排队吼，爱迄个祝寿啦，就讲伊咧甲因咧讲讲咧祝寿就对啦吼、哦。各位在座老弟迄落部队也好，也是伫迄落拢有参加即个祝寿人吼，无代无志吼，即、這个阿伯门头前个啦，伊讲诶阿健来拜鬼啊，我系啊，啊即、這个吼，即、這個、拜鬼阿伯。边啊，唔知对谁人听着吼，就报一个警钟去大遐啦。那厉害呢？伊讲今天在跟我们的蒋公祝寿，你怎么说拜鬼啊？开光是咧拜鬼啊吼。吼、哦，啊就调去调查呢。调查的时候，伊个法官遐时候，伊也真用心去问咱台湾人，问讲你台湾人吼，讲迄个拜鬼是什么意思？安尼啦，安尼讲啊，拜鬼的星期几啊？北京讲星期几啊？这个意思啊。诶、欸，啊！即法官，安尼都唔是咧讲今仔日咧拜鬼啊，但是安那呢，我懂。有人检举抓来吼，宁可错杀一百个就对啦，迄做错话啦，宁可错杀一百个，就别再招一个伊啊。叫伊安那判，你知影无？伊讲经调查就对啦，经查吼，该员就是迄个人吼，迄、那个有公职这就对啦吼，大意是迄个意思啦吼，但是安那呢？一共诶，时间与地点不对啦，所以啊，小小给判几档啊，安尼，时间地点啦吼，吼，伊讲啊，这个无代志诶，对面啊，代判死，无判袂使啊，啊，做时间地点不对，安尼判来吼。咧蒋介石时代吼，那是足济吼，尤其蒋经国，那是足济啦，吼，啊，咱不便搁伫遮讲哦，包括万多人，包括为了这个情人，把迄个心吼，这个。在政厅听讲了，抓伊关判三年半，迄种莫须有，就是咱一个咧做北京爷国政府，恁知影吼？
吼，按店面咧就郭庆秋啊，那为着这個，把伊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男朋友甲掠去关啦，啊，足济个人吼、哦，来，我即马即吼讲着来，吼、哦，完之后出来了去参加联合国抗争啦，吼、哦，结果吼、哦，参加联合国抗争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为啥就是一直爱在想讲，嗯，啊你，你中华民国咧走路迄个赶出来。咱台湾人爱家己有一个国家、啊，哦，所以阮咧联合国抗争啊。你抗争的是我五个代表之一啦，我走去加入那中国的大使馆遐抗争啦。哎、啊，走吼、哦，叫遐乌人吼、哦，伫遐等阮啦，来接啦。啊，佮这有接伊，阮抗议书哦，有接伊吼。佮过来即个只吼，各位即个恁看捌看到的吼、哦，成功者伫即马吼伫禁闭看守所啦，即马叫人权分区啦。就较早，阮伫遐关的时阵咧，即来遮，即个中央操场啦，会当拍篮球，所以阮到尾阮出来做外野，所以外野遮吼，这边遮就细来工厂啦，我这边遮遮安尼个遐细来工厂，啊，这边遮就是防疫工厂，我伊出来派出来做防疫工厂，穿衫裤啦，啊，正好会连这穿衫裤吼，迄、个时阵在拄着越南吼，发展啦，我这个时阵吼，经常去个包五万书。迄个衫裤，啊，搁五万领的网打，啊，我带负责一个迄个网打、车网打的车的吼，五万领拢经过我的手啦，吼、哦，迄五万领拢经过我的手吼，直接说啦，啊，我困在楼顶，啊，这吼、哦，现在工厂的吼、哦，这现在工厂，啊，顶管吼就是办公厅吼、哦，这里、就是，这里即马咧电器很酷的新吼，然后邀请我遐讲，因为即马改变足济嘛。我原来是安怎，原来是安怎吼？我伊也炒了四五届，哦，伊邀请去吼。较精彩是这边啦吼。你看我穿遐少年，你有看无吼？还是遐少年咯。这全世界都要搞我这张脸，这张头翕的。因为迄只军家吼，我是说啦，为一部分送去了台湾，啊，一部分送来国防部，啊，国防部呢，伊啊吼五家啦，仁义礼智信五家就对了吼。啊，这边那个姓家啦，这边叫姓家，因为军人无遐济在坐落，啊，所以一干吼就有警备总部啦。啊，阮过身哦，我变做呢，佮钓鱼洗衫裤吼，钓衫佮是这边遮啦。啊，顶管吼，这是搭起来的吼，搭起来。拄啊，迄个一个师傅吼，咱台湾人有咧洗衫爱有请师傅啊。这但我讲哎。欸啊！你是不是当家翕一张相啊？吼、哦，哎、欸，最近吼拢摕照相机吼，我拢爬起楼顶有无？啊，就偷翕一张啦。所以这张是到尾来用国外吼，多为一张会当知吼，军工的鞋呢。起码我为头前去干来算吼，较早雷进啊，雷进就带伫底干，吼、哦、雷进。啊，佫过来呢，就是咧，即干只就是有一个立法委员，叫做马胜峰啦。啊！立法院先管一下呢，啊，无判刑啊！伊就伫立法院时吼，讲咱来爱挥泪啦，挥泪吼，张丹成以下个人啦、啊，这个一个故事就是咧诸葛亮有无吼？爱个挥泪张马术以下个人，吼、哦，就是作战的时吼，几十万大军，拢有左边拍败你，家己选倒来啊！哦，啊，所以你家将军选倒来会使，所以爱斩。目屎爱流咧，吼、哦，就是。啊，因呢，伊就是另外提案啦，提案讲哦，单行的单北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大的军队去用别哩，啊，你家己选倒来。所以吼、哦，应用这个历史迄类型咯，讲挥泪斩单行以下国人啦。啊，无想到伊唔知讲单行和蒋介石有一个足特殊的关系啦，即我真也袂通公开吼、哦，足特殊的关系。所以，佮犯着甚物天条大罪吼，会拢会无代志了，对啦。哦，这严单行的特殊关系吼，所以拢啊，所来管理即来遮啦，伫青岛东路啊做伙啦，啊来遮拢分开，迄叫马胜峰即立法委员，到尾也无判，每两个月一个押单互伊啦，啊拢也无讲你安怎怎，反而这就是独裁政权内底作特殊的啦，也无经过判。佮过来呢，即干的时阵吼。即个嘛，大家拢有听到嘛？曾家副司令，迄个司令的蒋纬国有无吼？啊，怎啊副司令啦？副司令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赵志华吼，管理者啦，
当初的时阵吼，伊就学到遐，啊要起盘吼，可能蒋介石在唔在，咱是无管伊啦吼。就是讲要起盘以前吼，伊伫台顶啦，苏宁台吼，吼伫遐讲到嘴甲全拢破了底啦吼。伊看啦，应用老蒋的吼，伫中国的时候要输出白话有无？要输出白话伫苏宁台吼，伫遐话甲安尼吼，啊所以伊也是要安尼啦。伫苏宁台伫遐讲解的时吼，有一个辅导官啦。吼、哦，总为阿爸伊个情甲唱起来拢个，总个压力吼，这代志拢结束个。所以人咧想讲吼、哦，这就是安尼啊。伊若真正个开出去吼、哦，开来台北对不对吼、哦？啊，化解是伫迄个因有做无线电的吼、哦，指挥吼、哦，安尼台湾的个那个变啦，啊，这台湾的苗就是安尼啊。啊，所以拄着这个拄着这个空的少的吼、哦，这个连条三级变啊变小将啊，迄、那个辅导官也成个压这个呀。啊！这个细节的部分卖讲，迄惊到吼，迄、那个蒋介石是赶紧哦，派所有因迄个卫戍部队啊，包括台北桥所有桥梁遐吼，拢用钢兵要来用迄个炸药，准备了战车过来时吼，迄、那个所有会进入台北的一桥拢要炸掉的，来得足精彩。我过来这边哦，阮隔壁家，落去苏东客，落即摆分林馆长。苏丢因爸爸，伊个管理者吼，那婚姻人就知影苏东客啦吼。因为较早咧选管理的时阵吼，啊都选无着，啊都有后备一年的海军陆战队的，就住伫遐。啊，那礼拜时吼，咪即马周休二日啊，甲几日尔，礼拜休困吼，拢伊后备几啊六六十啊。啊，六六十的时阵吼，就含一寡咧讲讲好啊，即。上架的时候走路的，啊，都求咱台湾人在做兵的求安呢。公公的台啊，迄志气相投的啊。啊，干嘛公公？啊，是啊，变那个期盼啊，变盼啊。海军就做讲，我叫一年啊，有迄、那个有战车，有啥物挖哥，有迄个炮，有啥货？因讲安尼好哦，用一年做地吼、哦、来布哦。安学讲，啊，有看命无的人，啊，无叫一个看命无的人起来号召就对了。伊想讲，啊，就苏东客啊，苏东客双管钓靠名呢，无就苏东客一点头呢。但伊讲，啊，我是顶名，无够名呢。啊，全台湾呢，买个什么人啊？伊想想讲，啊，你高玉秋啊，哦，按台讲，有你哦，高玉秋，有迄个号召力吼，佮全台拢知影，我派代表去找高玉秋啦。结果高玉秋还更加点头呢，但是个条件是啊，就是讲，你有。占着电台了先吼，我需要电台起来合交就对了。啊，这嘛重要人物伫电台咧讲拢有效吼。你啊，像个菲律宾人民革命的时呐，那到尾天主教咧教主有无？落去电台的时咯，讲咧老百姓归拢起来安尼啊。啊，所以因即卖咧碰个书内底吼，迄打叉叉就是高玉秋啦。吼，即阮内底拢足清楚的吼。但是呢，无钓鱼问，啥物原因咱唔知。但是咧，起诉书、判决书。迄、那个在台北找某某人来找叉叉叉，吼，迄个高手人吼，啊，即摆代志拢过啊，公开拢无要紧啊。哦，这个所在就是哦，苏龙客，吼，伊个关系所在，所以讲吼，人义内地性，加大拢分开。啊，阮伫这个信家，就是来讲吼，这张相片真正独一无二啊！你即摆要翕也无当翕啊，吼，这张吼。开始吼，阮有去了去美国、爱德华国一直抗争，把咱台湾人要诉求要讲，我走了华巴吼，即个荷兰籍的，伫华巴一个总干事啦，吼，啊，阮一直表达咱本土台湾人，诶，按伫咱台湾人伫美国遐，较早偏教授偏面啊做即个华巴的会长，吼，啊，阮去拜访伊吼，啊个我伫北京。即新闻处的处长，阮邵北京吼，啊，咱即个台民政府当然无安排入去北京遐吼，因为咱上条任务，对即个去啊，诶，记者酒会，由咱的主席宣读咱的诉求，所以无安排去北京吼。啊，阮较早是因为含即个民政府无共，所以呢，阮有安排去北京啦吼，即、这个所在。一关嘞吼，就多感觉啦，这就多感觉。了时哦，我谈到头前遐有我去美国遐时吼，第时间来进修啦。
这个校长教授吼，在迄个岛呢，含啥呢？含苏联迄个戈巴契夫，迄个解体吼，迄个戈巴契夫还没做食饭啦。吼，阿叔又甲讲，又讲哦，讲迄个戈巴契夫，迄个还没做食饭吼。这个查某，这个教授足优秀的吼。了，我伫加拿大招待记者会吼，这中就是我啦吼，招待记者会。这个欧先生是迄个加拿大律师官员吼，阮只招来记者会，对咱台湾的诉求，一直吼要国际拢知影，但是这规则啊拢无效，拢无效吼，啊所以都要慢慢来进入吼，进入咱的本地内底吼。迄、那个我几点吼？现在我就讲，咱到五点五十嘛，点了要食饭嘛吼，来，所以。咱的李登辉时代、甲阿扁的时代、甲马英九时代，这个时代弄，吼、哦，咱就把台湾的近代拢去接来了，吼、哦。为迄个西班牙、荷兰、德先讲清朝到日本，啊，日本战败了后，有无？啊，就蒋介石来甲咱霸占，啊，霸占了时呢，运用迄波无用到中国无用到迄波宪法来欺骗咱台湾人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台湾人诶。就合一个陷阱啊！头想讲啊，用选举啊，我头讲过啊。希特勒头伊坐落了，因是坐落以前就是要用武力要推翻迄个德国皇帝。但你坐落了时吼，有一阵伊个纳粹党迄代啊，你讲的时吼，用选举震动吼，因个那改变啦。啊，所以呢，希特勒因个那用啊啦，用唔免劳费，就干啦用因啦签名。就能改变政权的，啊，所以阮出来了后先呢，那拄到这个时代讲，啊，那免老费老地的吼，啊，该用烟啊来等的时阵吼，就能改变政权的吼，啊，那是好呢，吼、哦，迄个叫做改变这个观念吼，个李登辉先，伊咱台湾人，啊，从国民党，属国民党的呢，啊，然后呢，伫做中华民国的总统，当初的先。民选迄阵来是，我来支持偏教授啦，偏平民啦。吼，虽然偏平台人是咱偏平是正版的嘛，哎，这是拢属中华民国捏啊。所以你定位是你看，伫做了了时阵，伊对台湾有保护，但是呢，等于替中华民国保护。为什么？你是中华民国选出来，你甲中华民国选死，啊，所以呢，一切利益拢为中华民国为主。所以当年含中国咧抵制的时阵，伊保护，但是全世界对中华民国已经就无信，你用踢出联合国啊嘛，比国际高义啊嘛。啊，为什么看呢？就是1972年的时候，哦，各位知影吼，72年我重要的年就对了，哦，也是我迄种拍甲腰脊骨吼，拢迄落受伤的吼，也是就是迄年就对了吼，伊用挂出联合国，要挂出是美国嘛派国务卿。甲迄个蒋家讲咧，讲即摆世界局势咧变，阿非33个国家叫做第三势力啦。因安那呢？阿别我美国改变政策，因为我是支持你中华民国，但你中华民国甲即个台湾甲平和尔，中国遐那大地，地图拍开，要占要1/5的土地，人口，啊这无伫联合国内底，啊等到一块啊台湾尔。代表中国，吼、哦！阿威33国家的期盼呢，逼美国爱改变政策啊，无因要倒呀，规个拢要倒倒呢，倒去苏联遐去啊。迄、那个冷战了吼，就永久大战了，即冷战时期吼，两个集团嘛，一个美国为头的吼，就民主国家集团，一个苏联共产国家集团嘛。所以这33个若要天平遐过吼，我美国咧感觉头壳疼咧，好改变政策啦。所以那个。蒋家讲，讲的时吼，国际局势在变，啊，所以希望讲你会让降得来普通的伙伴国。啊，迄、那个安理会，因为二次大战了，因内底有5个中国嘛，中美英法苏嘛，所以把安理会设处吼，总交予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啊，恁呢？啊，中华民国降得来普通伙伴国。老蒋个讲啥呢？汉贼不两立吧？我各位也知影。由于即股汉贼不两立的时呢，把咱台湾带入国际上的政治地位高于啦，吼、哦，
一大大干呢啊！啊了后，美国甲迄个中共讲，周恩来迄阵答应，伊安那呢？伊用排斥伫迄个国际社会几落十冬啊，所以希望会关心入恁啊国内底，所以伊无反对。迄个时阵无反对吼，你中华民国降到普通话民国，啊，就是和这个蒋介石把咱台湾的苗呢，拢带成另外一处的险境就对了。所以一比较安尼来，来即马吼，李登辉接到伊的政权了后，咱讲伊头行行啦，吼，啊，其实毋是行行，伊头也是啊，足惊遐，第一伊无班底。吼、哦，啊无班底心吼，伫迄群内底吼，虎流霸表国民党内底，嘿，要做总统唔是好做呢，吼、哦，我记得内心吼，当初的心吼，会改变伊的迄落啥，互伊个郝柏村惊着。这个郝柏村的心呢，有一届因迄个为预算出来吼，啊车队啊，这个郝柏村就建议讲吼，来新店吼，新店广播耳听遐吼去参观啦。啊！迄中正堂吼，啊阿辉阿新吼，因个车队去吼，看一个景点，迄内底吼，规厝内拢青啦，满天星啦。阿辉阿讲，我三军的总司令啦，啊是安那，即、這个礼堂遮吼，拢总几啊百粒青啊，落陆海空军即来遮吼，拢伫遐啦。啊，这三人命令一定毫不出命令个呀。即下那个阿辉阿吼。示威啦！你示威哦！阿威要再想讲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六海空军鬼拢听这个郝柏村的啊，发一个刀呐，发一个政变吼、哦，对不对？军人拢是因的啊，开始来咧起劲啊！就是因为郝柏村这个电视的实力的时候，卡好阿威也惊到了，所以啊，造成哦，配合民进党，配合这个中路的教会，然后安那把郝柏村抓来做行政院长，安那个创好累。即拢一段就对了，所以阿辉阿新，伊做总统，伊打行行要搁点要算的先讲咩啊？讲看，间接直选，间接直选，就是要用国台算啦。各位知影吼？迄只国台千几个，按来算的是较简单啦。但伊无想到讲，迄个宋美龄的时阵讲，吼，安尼好，我咧用。过来拜过来先哦，遐国大家免收人哦，你阿辉阿边来算啦。啊，这阿辉阿是要无赞成啊啦，叫做总统直选嘞。过日子，阮为着总统直选的先咯，迄个中号当路啊，都车头个个个遐吼，困四暝五日呢，底下困五日嘞呢。暗时路，阮就爬起来呢。啊，那打吼，阮到个坐落呢，你安那呢？阮主张啊，总统直选。啊，即摆消息拢即拢假的啦，为什么呢？啊，算了，就是无把台湾拢无改变啦。啊，但是算了，总统就算了，伊就讲，吼、哦，咱台湾吼，后土地后人民，啊，个总统家己算了啊，咱台湾都一个独立的国家，拢想法足简单就对了吼、哦。啊，所以阵啊，底下咧总统就算的时吼，就显示咱足侪台湾人哦，足可爱啊，足温暖的一面呐。因为啊，那里暗时啊吼，拢有迄做人吼，去规矩的钱哦，总有迄天桥压落来哦。伊无留名，伊也无讲什么人，就知阮这阵人啊，伫坐伫遐吹风曝日，为了啥？为咱台湾看人讲出头天，为总统伫选边，吼、哦，安尼也遐钱落来。所以我即马记个啊个足深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咱伫表号咱看袂到的，迄、那个温暖的一部分，就伫你迄、那个时阵才看会出来，吼、哦，就是你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所以总统伫选迄阵也是咯。阿威老师讲，也是许好朋友惊到了心吼。啊，个啥呢？宋美龄讲用几百亿，哇系啊！啊，即呐国台足容易还买收啊，一两三千万、五千万就买伊啊！啊，你别选搞你啊！啊，所以呢，容易时阵当哎，无爱总统直选，那修改宪法，啥物有安尼对啦？所以阿威头那是用行行啊，爱做系你们总统来选，总统就用国台选，你就稳到呀，无安尼就对啦。迄中国人伊咧想啊，含你台湾人想啊无同，所以用总统直选阁选着了，伊做咧到尾啊伊呐，伊放一句讲吼，台湾含中国吼两国的特殊论啦，和各个大家记住吼，两国特殊啦，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吼，但你在任的时呢，无把台湾
带出国际地位，你都呀，搭放安尼出来，啊，有人想拢无，啊，搭要特殊掉，啊，是安那特殊化啦？迄边话要成人家，你家己看人司机，家己拄掉伊啊，吼，啊，因为伊也毋是叛乱等等，一个国家，人是伫咧国外嘛，啊，你呢，等我排除伫咧国以外，所以家己一厢情愿的掉啦，啊，你讲特殊国是系啊？啊，这放了了坠落呀啦！啊，唔知边啦！哎，我阿扁起来，阿扁起来先咯。咧做做做，啊，做八工内底吼，老实讲，伊若想讲要把台湾免啊，走出这个国际地位安尼啦。所以头时有人讲啊，佮重新入去联合国，迄根本无可能的。你用挂出来免啊入去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就讲好啊，无咱佮一摆啊，啊，我都有做一人，我来重新联合国。第一摆、第二摆是讲啊，无咱正名。咱袂当入面，无咱用正名，啊正名是用台湾共和国啊，啊这是咩来入面啊？人第二个讲，啊全世界当时有成立的台湾共和国，较无人知啊，我你家己咧迄落尔，我现在袂通啊，袂通要紧啊拼啊，到尾要倒来时喏，家己哦无一边一国啦，拢倒来时阵吼，来放迄个李登辉是这两国特殊人，啊阿扁我一边一国，嗯啊，咱就听着讲会使哦，来一边一国，啊都无效啊。讲过咱阿无是咧，我们做哪会造成咱台湾作些困境？我讲阿扁个时代就对啦吼，老实讲，有一点不管伊今仔日是安怎糟蹋就对啦，吼、哦。迄、那个我讲伊真认真咧做代志，做台北市长个心啦，吼、哦，无人做会到，伊怎会到？做甲会到？迄、那个落把。我拢知影，迄落把伊做市长的时阵吼，就是招龙就对啦，袂来占招龙吼。咱来讲迄顶下卡啦，做生意来叫路霸吼，阿扁拢总管啦。我管个是哪呢？台北市员的各阿扁啊啦，嗯，啊你各阿扁啊，啊阮支持阿扁啊，阮的高雄就坐游览车起来吼，挺阿扁啊，阮各遐议员啦，啊阮袂让各叫台北遐各啊，就是啊议员各市长啊。阮遮老百姓吼，过年也圆吼，偌趣味的吼，到尾也是吼，拢唔知呐，拢取消，因也要过要过安尼。哦，咱停阿扁也停家呢，所以你要看即马上届咱俄罗的啦，国民党恁袂讲的啦，但我四个人硬讲，咱遮去火政所吼，吼拢足受尊重嘞。较早是毋是呢？你伫个迄个柜台吼，你要请一个停本啦，停一个迄落咱应感吼。你老弟啊，无弟讲啊，无你明仔载较来，啊无下晡较来，咱就咱要请一个应干嘛走走一两撮两三撮呢？起码拢免。迄个是阿扁啊，做台北市长的时阵吼，叫民政局个就先啊，把桌啊都拍平。台北请的时阵吼，客牌啊啊，就准咧我伫底下泡茶就对啦，吼该交代，和咱做主人，吼我要请物件，啊恁是公婆是纳税人的钱，请恁来干服务的。噶这点就对了，全台湾即马做了上好的职嘞，达滴娱乐的，所以咱即马咧请啥戏吼，尤其讲咧即马要请台湾新闻奖啦吼，啊各位要有迄、那、落、個、要不请咱台湾新闻奖的无？请杨秀贤啦，咱台湾新闻奖的，台湾民政府新闻奖的，要不请的，要不请啦吼，希望恁大家各州来滴吼关切。即、这个台湾新闻讲的是，反正外口无讲哦，外口咧话连拢哦，讲后咧一种三百的啥物货哦，吼、哦、较薄的啥物货就对吼，也、啊、无晶片的。咱这是经过吼、哦，咱告美国，了后美国讲啊，你要分别台湾人甲中国人哦，做证件摕出来，啊无歹，迄美国要看你讲台湾人、中国人看袂出来你呐，啊分袂清楚，你所有证件摕出来，拢中华民国的，无一人会当证明你是台湾人的啊。所以那讲，你也请台湾新闻奖，就是咱台湾政府、台湾民政府新闻奖，啊，你有晶片的，来偷啥？偷日本时代，迄表示本土的。因为这几十年来底，拢有足侪外移者，后过来、出来，什么你咧各国各移民过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有迄边偷渡走过来，即来遮，不管在新闻吼，我搞袂清楚，你来请。有一个是你尽量，我是台湾人啦，我唔是中国人啦。所以美国要叫你清楚的是，分别以后要把台湾人、中国人要分得清楚，要搞你台湾人政权的时阵吼，哪里有台湾人呢？啊，搁你愿意做台湾人呢？
迄话无愿意做台南，要做啥？要做狗？讲伊也台南中国人诶，我歹势。啊，伊也来分啦，你也要做一半一半诶，对不对？安尼两个分开，你以后就要当参加台南本土台南诶所有诶利益、所有福利啊，所有包括以后讲有选举无，迄以后代志人吼。来最起码讲，清洁身份证绝对对咱有相当诶保障啦，因为咱台南政府有咱诶秘书长。林博士带领二二八这个数字，个别国政府的时候，加进一心二心，但是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讲，咱台湾人本土的台湾人哦，不是台湾人尔，就本土的，本土的啥物叫本土？就1945年九月七日以前生啦，哦，大家记得吼，1945年九月七日做一个界限，做一个界线，不是用日本天皇8月15日宣布。伊投降迄个时阵啦，就用九月七日，伊就中国来暂时咧接管迄阵啊。九月七日以前咧，就是本土台湾人。如果讲这个时阵，你那这个时阵出事的，你来请，请你家己落啊。啊，那伫1945年九月七日以后生呢，啊，对，你有当一个土生土长的，啊，土生土长，咱证明你是本土的。啊，所以为什么？伊甲用本土甲在台湾人，啊，甲遐啰嗦咧。美国伊先讲，啊，你别在台湾人内底，闹以后中国啊过来，啊，伊毋是讲你会晓讲台湾咧，叫台湾人咧，袂使安尼讲真咧，有做来证件啊。所以咱的请比较遐麻烦。从即摆台北后人讲300块，我300块现在印做做，伊也要讲台湾人身份证，啊，无唔对啦。伊安尼做的是，我要含你中华民国吼。有区别啦，你是中国，我台湾人啦，但这张300块身份证都无效啊。啊，佫有像咱即摆为咱遮造出的遐，嗯，伊也讲也要300块啦，恁咧1000块，我要300，有效佮无效啊？你无效是讲150块上难，咱就无效。所以吼，这小等下大哥讲啦吼，我讲若无请身份证吼，国手大家请，这对咱绝对有保障啦。你30-40年来的时吼，咱有机会请咱家己身份证的一届。就是咱有台湾政府个别国的，啊无无可能就对啦吼，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啦。这个阿扁啊的时代吼，那是讲对咱台湾，因为是中华民国选出来总统，啊咱阵拢支持投一票啊，但即摆想想吼，嘿，啊咱伊咧要做中华民国的，啊咱都毋是中华民国的人啊。咱伫投入个中华民国因个身份证啊，啊，这以前个代志就对啦。我走入民政府了时喏，个贴贴，吼，伊较戆巴巴安尼啊，几十栋，拢为着台湾迄个时喏，叫你抗争走路，拢台湾是咱台湾人个，我讲了都无对嘞。啊，到后生也恁个啊，花几十栋个拢白花个，迄拢无效就对啦。所以阿扁啊，做着总统了时喏，咱做期待。免啊，把台湾打出来，来伫国际地位，会当迄落讲重新一个地位出来。啊，迄阵咱也无概念呢，第咱无读到旧金山合约呢，咱毋知影讲美国真是占领讲呢。嗯，啊讲啊，咱老宪法啦，啊个像蔡英文的时喏，讲啊，咱都有参与宪法喏，含说咱认识讲有修改吼，6届啊，其实7届啦。吼，因讲啊修改做一台修改吼，迄落6届啊，所以变作宪法了，变咱台湾的宪法会用起来啦。他比下巴厉啊！哎，真可恶呢！恁为这选举为着迄个事了，把台湾出卖伊啊！所以我为啥物讲哦，台湾何其何强？民进党成立的时，你会记无？迄个党旗啊，把台湾放伫十字路口啊！大家回想，然后在座的民进党员，你想看卖？咱的台湾放伫十字路口，哎，十字路口呢，就是无方向。你家的十字路口无方向，所以早期咧。民进党所谓因讲精英啦、啊，迄真搞了精英，迄作者的时吼，迄落蒋介石排一排啊，何你先是一个政党啊，啊对美国对这个，阮是一个民主的啊，你看阮老政党啊有选举啊，因当伊的性命嘛，伊是流亡的，伊无能就地合法嘛，伊就地合法对啥呢？就是咱这唔知啊，无读过这个旧山合约内底，这个人三甲做伙。总可以合法化，延长伊生命嘛。
做完以前是唔知啊，坐过路啊，一直咧支持只东吴啊，尤其民进党诶，咧选举咧出钱兼出力呢。阿比亚动了料是往火，安尼咱人调侃恁去笑啊，因为咱家己真正选出来总统啊，阿无是有这种玩弄，拢玩弄就对啦，迄种无效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回想这点吼，就改作作不出纳闷就对啦。为咱当你电话甲变安尼，二十通当，为啥无把台湾带出国际社会内底？无能建立咱家己本身有人承认的政府啊！所以咱人民朴素，咱必须你有该过来咧。第二点就讲，咱本土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嘛。迄中华民国毋是代表咱本土台湾人啊，迄是中华民国流亡的啊。啊，若即群人的时候三甲社会，啊，该合法化。所以民进党内底迄个党籍也是不是咯？结果头一国语文吼，咱也能接受啊。你看台湾主民主国，哦，咱各位在听到无？我对啊，咱大理家咱有管理咱主国啦。哦，当初咱也能接受，但是1999年的时候呢，政策变啦。我身为民进党员主席咩，都唔知因改啦。啊，到底什么人建议的？什么人来改？咱都唔知啦。以后较知讲哪来改啥来呢？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哎，这句咱听得来爽啊！但是呢，爽无三秒干啦。下加迄句安怎呢？咱的国号叫做中华民国啦。哎，各位来听看麦，咱的国号叫做中华民国。我表示安那呢？把台湾甲中华民国甲对等号一样。那你民进党等于啊，把台湾出卖。中华民国台湾是伊个，无历史根据，无任何一文件讲台湾是中华民国个啊。但你为即台只个台利益，你煞出卖咱台湾人，甲当作讲咱个国号叫中华民国，安尼替中华民国背书。各位知影，中华民国时喏，等于咱个寄生啊，咱在座知影寄生啊无？知啦吼，北京叫寄居蟹啦。迄寄居蟹就是安那呢？就一个壳，啊，搁有一个哪呢？辛苦会行迄个，中华民国等于一个壳啦，吼、哦，会走落来台湾的这个壳啦。啊，咱寄生的咱台湾本土台湾人去啦，各用进动落来，用民进动啦，做来寄生这个坑吼，啊对，安都会当行啦，吼、哦，做好不好嘞？安尼欢迎霸道吼，都有这个壳，啊，有这个身体，但是呢，真不灵，迄、那个壳袂大啦，但咱寄生啊，迄只只卖大。各位，恁有饲过迄个寄生，你就知影吼，会大，伊就搁找空呢。伊若要搁找一个新壳，比这个壳较大的吼，也死呢。嗯，所以我想想足趣味的呢。迄中华民国这个壳袂大，啊，咱台湾本土吼，这会大，啊大这个壳搁袂大，啊变暗在做死，拢死。啊，所以大有咱台湾民政府三省啦，吼、哦，大下书，这个壳无了是有咱台湾民政府。我有饲过寄生啊吼，我较知影这个道理啦。吼、哦，头我唔知个寄生啊，什么寄生啊？吼、哦，去年的时吼、哦，我买两只寄生啊，阮之后啦，之后买两只寄生啊，啊，放一个胶囊内底吼，迄暗一只又选出来啦，嘿，足厉害！伊个卡顶出来了吼，把迄个拢踢走啊，一只又选出来，啊，一只个老嘞，过去看，啊，个走一只呀，迄投奔自由呀，拢走不赢吼。啊，找拢无呢？好，走卡听头骨，找拢无就对啦。嘿，奇怪，佮走对呀。我走去问迄个讲即个寄生爱卡暗的所在，伊较惊光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几个月无食饭吼，无食物件，哎，活啦，我活嗨啊，啊，但要装对呀。结果我厝边呢吼，四个月后啦，吼、哦，到有时我一时吼，等伊啊，就开了。嘿，迄只寄生啊，走伫听头遐啦。看一个吼，讲很奇怪，找拢无，啊日时那知讲，我日时等于光一拍来，伊可能射出来看啦，暗暗吼，啊射出来，吼，我赶紧那个抓嘞，搞迄个，这么短短两个月吼，一只拢来走出来，离开迄个壳啊，很奇怪，看是安那样，看离开迄个壳啊，我那个壳，我当然可以生存啊啦，迄个壳收小啊啦，所以一只一个拢会射出来，啊都找无壳诶，我害啊。我想这個道理要安怎样啊？啊，要那个退找壳啊？哇！无规矩了的时喏，只只只只只跳去啦，啊，都剩一只啦。
我家姐讲系啊，啊另外一只啦，哥安尼是落脚，我一只关俩小人放生啦，放生啦。啊，所以我在想讲，哎呦，啊中华民国就顶个壳啊，民进党甲咱台湾人就顶迄、那个迄只直直大起来就吹不壳，啊变啦来做戏。你若讲我中华民国就包死就对啦。所以大家唔知即个道理，遐民进党是出卖咱台湾人的心哦，因底下底下咧欢喜，就是来着插中华民国的人。有国民党人派去内底，摕钱用种种利益。你若差三点半的时阵哦，自然就甲讲，迄三点半无问题。所以咱内底拢互国民党作势拢吞入去。啊，咱做基层的人戆戆，拢是咧讲吼，伊只咱民进党支持出来，咱本土的政党，结果是三甲咧撑咱台湾人。咱若投一票，候选人三十块，敢得哩？政党五十块，所以咱来投一票，就了八十块。所以选举一届拢十外亿，迄、那个费用卖讲啦，干好只好选人，第二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咱只人无发觉到这啦，甲一直讲啊，维持咱本土的台湾人好啊，吼，就民进党袂使输国民党诶。但即摆观念想到当然系啊，爱即个只个时候，民进党用中国国民党化呀，啊，这继续对台湾有帮助无？伊有提出主张讲台湾要行是啥物路无？当国粹就一直咧压，甲人讲吼，啊马英九甲人矮化咱台湾啦，甲人讲也讲矮化啦。啊，你有啥物波糖好讲倒出来无？内底若破书呢，然后教授呢，恁教授讲啊无台湾的是奇怪，恁若选举拢会走去美国，爱走去对，走日本，哎奇怪呢？那选举拢走去两只个国家，你也袂走去法国、走英国啊，也袂走去苏联啊，这好选人也袂走去中国呢？各位在思考这个问题无？建好选人，若要走美国，阿咪就走日本。你国民党也受伤呢，民进党也受伤呢。但奇怪，恁看唔叫这专家学者所智库来研究看嘛？咱台湾地位到底是安那样？你选举的时候，把个人调调的时候，伫总统啊，热爱美国总统贺电来靠生效，奇怪啊！拢未想这个问题啦。啊，咱也是拢空空戆戆，咱就讲来讲吼，我算是支持本土的路啊。各位在座，我相信恁也是呢。电脑选举讲袂使，咱民进党袂使输。不管如何是动，咱也支持民进党诶。但你无效啊！你国民党侵入你了时哦，这个重要关头拢有一个尿遁呐、啊。你知尿遁吼、哦？重要关头时哦，啊我来入去吧，我来走，啊来投票，啊我都无滴个啊，啊都留我无滴个时咧投票，啊这尿遁呐、啊！你知重要法令的一票你袂使减一啦。最可恶的即个家，你知道？一个话要改新，因讲哪呢？讲啊，咱民进党人较少啊，搁一人举手来都输伊啊。嗯，啊，煞拢好过。你王金平啦，你做的是国会的代表民意呢，你爱逐条审查。我即摆就讲为了要逐条审查吼，迄个骂你甲夹起来对啦，要甲夹啊夹无起来吼，以后还阁是当去看啦。我即个我当作一个话就是安尼，你完全。拢和你国民党的政策是咧，国民党政策，你无要逐条审查，所以规个规盘拢过。一个话，你带我咱台湾有啥物福利，恁大家想看卖无？当初要过时哦，讲民进党咱党员伤过少人吼，所以也输伊啦。结果安那呢？输啊，怎样啥样呢？有咧台商配合咱台湾企业家，吼，恁就知影看啥物人啦？去找乌西咱民进党遐个人。啊，所以老人讲啊，啊，咱个亚洲那输人啊，规放好过。讲个时阵呐，美国瘦肉精啦，你记有无？标题拢啥呢？美国毒牛啦，要引起咱对美国的心吼，迄、那个讨厌反感。所以人家媒体用美国毒牛，你看用瘦肉精的瘦肉精如何啊？对不对？后人吼、哦，民进党个呀，吼、哦、表现讲对咱台湾的迄个健康的爱护保护吼。哦不过咱台湾人，两三日、三四日落干，三四日看咯，拢遐摊啊，吼、哦，去困伫立法院，表示讲安那呢？我要保护咱台湾迄个袂少即个受到侵过来呢，吼、哦，表示真足激烈呢。结果呢？结果变啥？美国一个派一个来讲哦，讲啊，恁个鸡啊、受到侵吼，都比阮这较济咧，拢小风雨啊，拢小风雨啊。啊，就有啥呢？美国有滴，这无可能我，我摕这个来甲恁
甲恁遮民警哦，甲恁遮乌西嘛，无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吼，迄重要关头拢会招警的。所以咱表面看看袂出讲到底民警到底啥物人是迄个国民党派出来。第二个，我一个讲到当来，来台民政府，那是为了国民党人派出来。你派出来，你要来上课了解马进，咱是咧上啥物课？咱是拢公开，咱所有即马今仔讲的，拢会传去甲美国，传去全世界，有人有迄个直播的。所以咱的讲话拢爱负责的是安尼啊，咱无秘暗藏，无压掉的。我秘书长伊若拢公开安尼讲的，该咱按件按法律行。今咱也是有人侵入来，你侵入来时喏，你若是讲啊，要了解咱有咧做非法代志，无从啥？唔是，我派出来了呢，来揪后脚啦。这含的一个揪国民，一个民进都是啊，民进了都选举，咱就无选举呢。爱为选举时呢，派一个国民党，一个民进来对吼，你要动员伊个公司、工商要员工，啊，你该加入去啊。所以来动员选举时喏，伊就出线。嗯，啊，咱当民进我无选举的呢，啊，无选举变啦。哦，伊就派出来，啊，想尽办法创啥物来对，你有啥物，甲你公销公平安尼就对啦。所以咱这个四月份，有派一批去的时候，要甲美国要求政策双倍时，伊利用这个机会就对啦。讲你话，我台民政府，吼、哦、派出来这代表团吼、哦，我该招经理啊，拢招经理。啊个在那呢，秘书长会当稳顿，就把这个顶卡都稳掉嘞。老实讲，迄阵啊，咱无出去哦。佮听这消息，较奇怪变安尼，因为咱是伫安那呢，咱是一个美国军政府下骹台湾民政府，咱个个是安那呢？因为当初日俄大战的时候，你无代无志，你用军舰在蒋介石来遮敢接受，甲咱交谈六十几档，所以咱今日个来讲，你美国唔有义务、有责任，把这批人呢？迄军舰是你载啊，啊你来去载倒转去，你要载倒迄你的代志啊。我无大人讲替载啊，但你美国有啊。所以咱啊告示呢，所以希望你美国，就是咱爱告这個、啊，是令咱民政府的要求、的诉求。但是呢，咱派出一批人吼，来决定弄破坏，由咱这台湾民政府之后，美国军政府入来。使用一段期间，讲啊，你来用台湾的名义，啊来向国内外，吼、哦、来使用，把咱的国际地位用起来，迄时也袂，军政也袂入来啊。来入来了，咱用，你用台湾名，又全世界拢知影台湾呐、啊。又无讲绿岛政府呢啊，我了带绿岛，无讲我绿岛政府啦。啊，绿岛政府有人听有无啊？听无啊。所以用台湾嘛，但这唔是安尼啊。结果因这批人的心哦，讲我伫美国宣布啊，我。记者会，我用台湾政府，我拍摄哦，这个变台湾要独立嘛？目前咱敢会当独立吗？敢独立的时哦，你定位早是就是啊，啊变也是就是啊，都无可能嘛。有些所管不是咱，不是讲咱家大家的人的啊，啊来大家的人，咱来做一间厝，大久的是讲这间厝咱的，啊来要投票，咱来招招也招拢咱的，啊所管的人诶，所管者咧。所以咱台湾目前的钱呢，这个是法律啊，必须你敢讲啊，讲法律的钱呢啊，法律是日俄大战多有这个，我讲咱台湾命运足奇妙呢，全世界这个地位被割的吼，较好复杂的都在咱台湾呐、啊，在咱台湾，你也想讲，咱一直咧话，台湾是咱台湾人的是，哎、欸，这也无唔对呢，有咱住伫家，咱生伫家，好是唔是呢？啊！你讲无咱的公民投票，哎、欸，咱哪无唔对呢？这世界潮流就是讲用多数的民意嘛，哎、欸，咱讲起来，咱拢是无唔对啊。啊，歹势，啊，这拢未通啊。那这个所管的唔是咱的，咱在招这个讲亚洲讲咱的，美国讲的无可能啊！你要公民投票，后底到大大做伙共调的，牛加尾共哭的，啊，你是要哪公道啦？你若要公道，伊也是，啊，遐牛马分开，牛王牛马反马。好、哦、对不对？还专门带来公道，啊！你这不是牛家要困港条的，啊！你是要哪公道啦？所以咱这道理要搞清楚啦。哦，阿会袂清楚的时吼、哦，我当初是蔡同英回来时吼，蔡教授啊，哦，立委啊吼，好啊，有一个公道啊，回来时吼，好、哦，咱兴致起呢，
讲啊，这個、公投的最高宾礼啊，那你世界来演讲的时候，叫老百姓支持咱公投，台湾是咱台湾人的，哪怕紧啊，啊，无变做美国的、做中国的，拢哪怕紧啊，都公投啊。结果咱来受训呢，好，那兴趣是，结果又说小风雨啊，所以讲好一个名叫蔡公投了，吼、哦，大家会知哦，叫蔡公投。啊，为什么别人讲了，你也唔敢讲？啊，台湾这批人一直讲话主张台湾公投，所以浪费足侪时间啦，啊，佮浪费足侪精力啦。所以今日先哦，参加民政府了先吼，佮咧发觉讲要加入来台湾，要台湾的出头天哦，主佮这条用法律，就是咱的林志坚博士的先哦，伊告美国这条，我所谓看看讲，咱完拢。几十档内底啊，要控制啊，要控制啊啦，要创啥拢啊？啊，搁阮政治员哦，伊过哦，阮政治员是个美国个别行，啊奇怪，啊林博士个行，阮个别行，你个毋是被害者呢？啊，阮是被害者呢？我咧国民党关十五档呢？啊，我咧一了招5万5万吼，迄加个美国，伊美国律师费足贵呢，迄一定的钱哦，从咱个过一定6万块美金啊，6万块美金和代表了800万呢。迄两顶了，爱360、300几万呢？林博士是头咧轻呢，哈、啊！你轻会出1000个，会出2000个，安尼轻，你看轻到偌济？迄个第一顶，你爱轻6万美金呢，就800万呢。搁第二顶呢，所以大陆唔知影这个艰苦，所以今仔咱咧反对讨厌的迄批人，今仔有一呾成功起来是了先咯，要扭后脚。要夺权，就想要啥呢？想要占这个位就对啦。有可恶无？你安怎讲吼？林宝顺他是微博，你变到有呢？三回招招约你做无办公室呢？是约你面店啊呢？约你面店啊，讲嘿，啊这咱来过呢？无过先哦，你要推翻中华民国？啊，中华民国要哪挂出去？咱也无得啦，靠咱家己吗？无多啊，靠民进党吗？啊，就伊夹伊啊！做咧称咱台湾人啊，要安怎样？我就告美国，啊，美国就冤头啊！伊就是咱可以来了下，你是占领国嘛？内底毋是你中华民国占领国，是你美国啊！人找着目头甲过来啊！啊，你若想着讲当初的时吼，连一间办公室都无，啊，伫遐来足辛苦的，哈！啊，大家生活着讨论，但慢慢愈来愈参加，啊，会出钱，有钱会出力，因来去过，啊，过个一心二心。现在最高法院啥动了呀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恁都还没有准备好。好简单的先啦，第一你台湾本身过一下也未准备好，所以为什么要叫各位来上课？要请什么证？对美国最起码一个目标嘛。这個、目标的先啦，你未来接政权的时候拢无人，啊是咩啦？观念真重要呢。你若如果讲现出些人啦，哦，民进党有台联啦，有阿姨的。迄、那个国民党遐，然后后做个什么馆长，迄个做里外员呢？迄要来做人啊？无可能，伊观念都转袂过来啊！你若袂，你爱过来上课，政治讲伦理，歹势，你若入后壁班呢，以后较轮到你。唔是讲我做个馆长，我做里位要创啦，迄无摇摆啦。观念上重要啊！你今仔知影台湾的地位在哪里吗？各位来上课，你就知影。我用简单台湾何去何从的心。你就把这个概念伫个啊，就台湾的近代史，啊，甲未来咱台湾民政府是安怎样，开个美国，啊，美国为啥开接收，就是法律啊，你是占领国，啊，占领国吼，你袂让俺并吞呢，你台湾袂让做伊一州呢，啊，要安怎？你当然有一个机会爱撤退倒转去，你占伊拉克是七当地啊，拍个是到尾啊，伊来撤退。啊！咱台湾的小奇怪，占领迄阵开无全部撤退啊！即我想想，我当想讲，即咱台湾的命运啊！如果迄阵啊，美国总统宣布吼，已经了大战结束啊！啊啦，我美军全部撤退，一无呢，连参议也无，连美国总统啦，所以今仔咱靠这个木头，咱的秘书长应该过来接门了掉，总部就要害了掉了，咱国内的无王部就要害了。啊！阮在受人家去过的时候，迄偌趣味呢？唔是我过呀，阮就推选的代表去过啦。啊，可能是哦，不痛不痒啦，唔知报一堆去哦，无得要害啦。所以吼、哦，阮遐钱哦，总落在迄落，
无效啊！迄叫啦，标的可能过了唔对，啊，咧临破的时阵哦，过了对，吼、哦，咧战争法啦、啊、人权法啦、啊、国际法啦、啊，啊，一门甲剥就对啊！啊，我咧是剥几波，都剥着卡手，拢也无不痛不痒。啊，所以我咧想啊，嘿，啊，临破的这吼、哦、过会行吼、哦，啊，我过袂行，道理哩对一搭，较慢慢个了解吼、哦。一、那个新台湾轮啊，各位老旧的囝仔看的吼，迄落和何瑞仁因合作一个新台湾轮吼，来做作者论述的吼。这就是咱台湾，就因为这啊，卡咱会当脱离啥呢？脱离中华民国。所以我要求第一步，你要中华民国赶出去。第二步，当然按照咱各美国的政权，就过来搞咱台民政府。台电话遐一批呢，哦，机会来啊！吼吼，恁咧搞要扣火烧炉啊？唔是扣火烧炉咧，要甲恁炸。今仔日，如果因啊发觉讲这条路未通啦吼，因免啊用心计较啦。四月份的时，就要甲偷改名啦。啊，这咱都唔知啊，事后才知啊。我今仔迄个文件无在啦，恁以后拿入来了后再看，你知影吼。咱伫迄个哥伦比亚特区请的遐，伊咩偷改名呢？啊，偷改名是安那呢？迄律师啊，拍电话回来讲，哎、欸，啊，因即个吼，要甲改做干哪个？迄律师就甲讲啊，讲袂使啊，咱这是登记有案的呀、啊，咱这是政治文的，恁讲咱登记有案的对吼？咱台湾基金会啊，吼，啊，拢用什么人定的？伊咩改名？啊，袂改入，啊，袂改入免呐？因哥那呢？申请的记者会吼，迄场啊讲啊，我落来遮开记者会吼，去啊俱乐部吼，讨一个证明啦。伊咧证明的时哦，可以登记啦，登记歹势，咱遮登记有限啦。啊，你若袂，就用国际台湾国际企业公司嘛，吼、哦。所以你场就是安尼啦，就台湾国际企业公司，啊，就骗人了就对啦，骗人了唔捌的。你看你用心计较，今仔日这条路也袂通，因袂用心计较啦，就这条路通啊。咱讲咱要爬山底啦，宫顶啊，啊要走到山顶啊，好，伫咱后壁伊就想讲，要山顶啊，我绕落来，伊就爬起嚟啊，你看，绕后脚啦，想要爬起嚟，迄山顶宫顶，迄叫做宫顶啦。今咱台民政府真无简单，咱的秘书长为2006，一直坚持到即阵，为无是变到富，所以阮甘心伊啊，无钱的饮料就所有人停了了啊。有当咱听着心吼，就感动。阮当初咧抗争国民党，毋是咧抗争法咧。伊呢，无爱国会台啥呢？佮老会，无爱国会台行入街头，去阿咩？遐中国警察伫遐咧，咧防夹咧讲咧堆啊，都唔免。有咩看啦？你来上课，清醒上课，其他代志去做。全世界即个革命方式，要甲即个政权、一个国家赶出，做台湾做特殊个啊！唔免老岁老弟个啊，所以大家呢有机会参加咱民政府，大家请心者，过来上课呢，这是个福运啦。基督的心哦，讲福音啦，吼、哦，啊那咱佛陀讲是福缘啦。因为你安那呢，无这个缘，无这个福运的心哦，灭参悟啦。迄老尾你啊讲几波吼，伊就无去信道啦。啊，为了计较呢，你问下民进党个啦，问下立委啦，啊！伊若甲讲咱这实在吼，爱着老鼠哩啊！所以就甲讲啊，无啦，迄骗人诶，迄诈骗集团呐，迄有够可恶无？阮到底是诈骗你啥货？我都无机会呐，拄着我来讲啊，无诈骗你啥货？我高雄南部宣达团诶宣导团，我一个团部伫啊，阮遐大个拢安尼，甲诈骗拢来上班呢。我咧著作是阮家己负责呢，阮是诈骗你啥货？大家想用最后一点心为咱台湾付出。有时间咧，时间啊有精神，有精神，有钱的出钱啊。所以我今日用这传播地啊，就是啥物话？哎、啊、呀，来呢？是啥话？为啥话？大便当啊！中昼时用大便当啊，暗时啊，等到食家己啊。大付出嘛，为了大家这个关键的时刻嘛，就是安那呢？大做协力，把中华民国赶出去。咱希望每年先伫美国军政府击败。我讲。已经是进入到真重要关头，所以阮到位啊，我有出力吼，我有出力。伫美国的时阵，
哦，那是讲大概因为四月份，这个好一批人，表咱来惊到啊。所以阮这批人处理的时阵哦，我家己出钱，啊，你要脱罪，你家己了钱啊，我家己，总家己负担。阿爸紧，大家尽心协力，任何一人拢袂使脱罪。咱来做清楚，咱的理念，咱的他的学历从啥物？那美国军政委下个就当兵政府嘛，你的兵袂使揢掉伊啊！因四月份的心哦，伊就偷偷把迄个兵揢掉，你知影无？当兵政府兵啦，那揢掉伊啊！咱看到为虾米？那有几日美国军政委了，咱这边了咩人？但目前来伊也袂失败，所以因就个偷揢掉哟，啊，挖掉哟，把这个西伯尔这个英文啦，那揢掉伊哦。啊，怎么乱啦？乱什么人呢？如果咱内底甲恶起来了，啊，这批人够可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讲，今日在当民警卫生吼，有咱的秘书长因早期也付出，从抗日年迄阵啊付出一路行来时吼，我这是半路甲插入来，那插入来时，咱头那是徛伫迄个门的外口咧看，嘿，啊恁房间那是咧舞什么会呢啊？吼！啊！咱较早参加建国斗民进党、台联党，啥物我无台联党无啦，会参加台独联盟啦、海外台独联盟，即足优秀个啊，拢主张台湾独立个啊。啊！你为啥物美国袂要支持啊？啊！台湾你袂使独立之外，因为目前个条件也袂独立，是咱个所有权都毋是恁个，是要独立个，迄独立以后个代志。啊！但是咱参加足侪即个团体个时阵吼，拢是了时间个啊，白了时间个啦。所以咱伫门外咧看的时候，嘿，啊门内是咧比啥物啊？啊，你若无打球，你要怎比啥物啊？你伫外口是甲看门内咧创啥话？迄房间内是咧创啥话？啊，你无打球要安怎？啊来打一排啊！所以今仔日，咱我就当了咧笑啦，阮惊足侪房间拢惊唔到的，拢惊一个总统出来，惊一个总统出来。但即个时呢，咱打球了时哦，就含咱房间内内底参详啊。要安怎来？要安怎样啊？就像咱这个东西嘛，大家做拢共房间内内底啊。咱才是咧武啥货啊？上吊就要中华民国赶出去啊！美国军政府入来先咯，啊，直接当面就要按照国际法嘛，按照战争法嘛。咱这学历学咧啦，咱照这个学历咧行先咯。美国100%支持嘛，啊，你若脱轨吼，伊无可能支持你。到尾支持，你要单独咧，较早单独咧面对美国先，咱要悉数部署一大堆啊。全世界拢有大陆联盟的组织啦，欧洲、美洲拢有啊，日本也有啊。为什么美国无要支持？道理足简单嘛，啊，咱全拢唔知啊。所以吼，台湾咧民进党诶，这拢是政党，加咱台湾民进党是一政府，所以咱政府的做法和政党的做法无同。各位大家知影吼，所以各位来受训、来上课。上重要的概念就是，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，是流氓政权，伊袂使就地合法。有一日总是爱离开，阿边爱离开，伊袂家己自愿离开呢？那有烂啊！啊，什么烂？就咱各美国用美国烂把赶出去，咱大人靠到出头天啦！各位大家是不是呢？早期我都一直拢想法呢，那靠咱家己啊！哦，讲咧做有澎湃，做起落来，可能靠咱家己。我大无几十栋啊嘛，拢是安那呢？即卖的民众咧创，咱拢野乡对白，咱拢野乡对白就对啦。伊来讲啥，咱就创啥，啊要双肩来支持，哦啊就钱就出钱，啊就出来出来了呢，都拢无效。所以为安尼说大人倒转来了。发觉就是咱台湾政府这条就千真万确的，所以因外口你敢批评，你敢从啥呢？老实讲啦吼，第因作就无知啦。啊，你阁无要研究，为什么咱今仔日台湾政府提这条法律出来的时阵吼，恁个博士学者、民进党代言的拢有，恁卡来研究看嘛呢？足奇怪啊！啊，若有人去问伊哦，咱中心要老去问伊呢？在问哟，啊，迄骗人的啦，迄奇怪，是骗你啥物碗糕啊？啊，无恁无骗，恁就对啦，恁等于骗咱台湾人啊！
他一撮一撮啦，拢台湾什么外国啦，什么台湾国啦，台湾什么临时政府啦，台湾什么外国啦，啊一大堆拢一撮一撮啦，啊拢无力啦，四分五裂哩啦。所以今仔日上到规模，像啊像啊美国甲恁规定，你爱上课，培养人才，这条就较实嘞。啊，若讲咱的林博士若要撑下就对啦，啊一群啊一群哦，家己啊话有诶无诶啦，迄无效啊。美国无要承认吗？伊了不免上课，伊免了咧上课啊，免那个家己开钱来上课啊，伊了免啦。我爱着一撮一撮来哦，啊，奖金要钱哦，三百块，钱是要创哪？迄个迄个也袂用钱呢，迄三百块，啊，足奇怪的是有这种台湾人啊，所以无怪咱咧做多咧几百单就是安尼啊。所以有即个台湾政府的成立个美国，这条是千真万确，这条人也袂通啊，我必须听我咧讲的。啊！老人佫比咱这条路较通的就对啦，咱来支持呀。吼、哦，唔是讲甲咱这条通，你哪个比咱这个较迄落，咱支持。你赶紧吼，爱把中华民国挂出去，离开咱台湾，这是上要要不，咱家己无咧，咱还是变嘛来救我咱啦。我来讲，人迄个越南吼，迄、那个吴志明啊，吼、哦，恁知吴志明吼？听讲吴志明是咱台湾人诶，嘿。咱台湾人哦，阿姨讲你唔好讲哦，是咱台湾人。吴志明也唔知讲迄个吴志明遐个人咧，我也唔知讲吴志明是咱台湾人，啊是咱台湾人。早期伊伫遐时哦，露出这种傲人啊。就是大战了时哦，就开始二十万的军马伫遐呢。吼、哦，啊这吼这这定调了，按因越南都袂出出头天啊。结果那呢，吴志明啊呢，去甲法国讲。啊！叫法国是帮忙把蒋介石赶出去，咱真要赶出去，所以今仔咱有这个越南呢。啊，本来是北越呢，啊，佫是南越啦。啊，到尾是越战，你知影吼？我咧做五万两帮打，我记得做清楚。啊，迄、那个落到尾统一，你是有这种高人啊？咱台湾的抗疫时阵无啊？有一个一看的，咱台湾人较早做局长的吼，美国国务院问讲，啊，你是台湾人，恁迄无讲对啊？啊，我是台湾人，中国人啊。啊，美国种奇怪。啊！你啊，做在台湾人，做中国人，因会随在恁去啊，就随在放水流也无变嘛。你啊，坚持讲唔是中国人，中国人，台湾人是台湾人，诶，今仔咱的情形就无同呢。所以今仔有迄个林博士的时阵，个美国了时哦，就一条兵露出来，好就一趴顶底下咧照就对啦。咱当时讲拢伫暗暗说、暗暗望，你知无？即摆有一趴顶底下，所以我呢参加了时，我把所有拢害掉伊。把以前党外运动，包括即摆现主席民进党，我来个党员呢，拢害掉，迄个无效，迄个了那的呀，所有活动拢害掉伊。为虾米？专心来为了民进党努力来拍拼，有这条较会当安那呢，把台湾带出光明的路。啊，已经讲得对啦，也袂讲枉费吼，一生前往开始读册时就讲，即中华民国来建国的吼，有哪咧讲话拢听袂入啦。听袂入啦，嘿啊！但是不过即阵来的时吼，心内一个欢喜啊，已经强要看到啊，即中央要直播呀，唔知袂，因家己都唔敢用啊呢。但乎恁来去啊，管长期来无该压掉伊啊呢，连家己都无啥敢用啊，你慢慢看会出来嘛。你国前卖讲啦，干那见中国来的时吼，伊去啊长期来啊，啊点到啥物人咧保护伊呢？啊，民进党啊，啊看到鬼啊嘿！啊！伊靠迄咧选举食饭诶，啊你呢？啊人诶拿迄个收起来，啊你呢？人是用咧用一时尔，你规日趟天拢咧保护伊机啦，啊我悲哀无啦。所以各位，咱在座老民进党员吼，可能参加红花小长变戆啦，拢一直对民进党诶付出无怨无悔啦。大家嘛看讲，民进党是大汉诶心咯，会偷看苦诶心咯。你的心会做袂啦？我相信你若了解了心哦，心是人会做。所以今仔各位大家拢有机会参加民政府这个团队时阵吼，我讲各位如果为了福分就对啦，为了福分啦，吼、哦、啊遐个啥呢？遐个想讲特别到山顶啊，要救后脚遐个吼，伊的缘分无伊啊啦，佛教内底讲啦，缘生缘起啊。啊，缘生缘灭啦，因缘生的是即马灭去啊，
啊，所以各位呢，来把握这个机会，吼、哦、啊！迄、那个我谈到听秘书长讲吼，这个年底有一个模拟会，叫忘年会。忘年会的时阵吼，在十月十九月三日啦，伫我过日落去换一个年吼。伊在阮参加的时吼，你看外温馨吼，啊，大家咧做会。我讲吼，有一项代志秘书长在讲哦。阿英啊，要选总统以前的，要十月诶，十二月三日，莫恁看，伊就讲来美国发的消息，阿英爱输80万票。阮伫下骹咧讲，爱开必须那个臭皮咧，开只讲输80万票啊，吼、哦，因为这咱支持阿英爱啊，那有可能讲咱支持人，啊你即马拍冷水讲会输啊，迄阵那是一月十四投票嘛，佫差两礼拜尔，但美国已经都好，咱的必须那个消息啦。就是输80万票，到都搞都差一千票遐嘛，对不对？就80万票。所以老实讲，台湾的足侪状况，美国有咧掌控，啊，足清楚的。啊，为咱的老百姓狂，啊，美国也无看咧毒品啊，靠，跟美国之间有啥物关系咧？你爱看毒品啊，靠，美国有关系吗？光举一个例啦吼，迄、那个3.11，日本。迄个核灾事变的时候，有无因撤掉嘛吼？哎、欸，海关不是经过中华民国海关呢，是因 AIT 家己个严管呢。哎，啊，台湾啊，美国伊若无讲伊主人的心咯，你先啦，家己严管啦。这里人正面讲哦，美国对台湾伊确实伊落迄个管理啦。好，所以你各位知影吼 ，AIT 家己严管无中华民国个迄落。啊，这个吼无中华民国严管的吼。咱台民政府也特别实施啊啦，吼、哦！光华秘书长也甲恁宣布，就是讲有咱台身份证诶，以后可能称作旅游证。这旅游证咧，当初诶时吼，沖繩话，和美国统治诶时阵吼，啊，你美国敢统敢咱接管理啊？我要出国是变啊？旅游啊？诶、欸，歹势，就是发着旅游证。啊，旅游证咧，视同美国诶时吼，迄护照视同啦，毋是护照啦，吼、哦。就是视同，你会当美国免签的国家吼，拢提张，也叫做视同美国护照，就是拢会当免签的世界各国。所以今仔日就讲，咱台民就以后，我有在问讲，要未签是不是？就关于你签。啊，这时吼，伫你的以前，可能咱无能开以前，就得到足好的消息，这是咱一足大的突破。这破了了是就等于这个。这个黄波堤啦，这破了闹坑的了吼，这个黄波堤也未帮伊啊，这突破真重要啊，所以咱就用旅游证，吼、哦，唔免用中华民国迄本迄边迄个十二期的迄本就对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是吼、哦，咱有在想吼，有啷奇怪，这安那想啦，无你啊做梦无想讲，哎，有几日这个来临，哎，这个今年内底吼，各位咱家的动心吼、哦，有可能。就会当得到你想都想袂到的，诶，这种好的消息啦。啊，即呐，咱台民政府用这旅游证了先哦，把迄十二期的迄本就甲弹去边仔就对啦。咱这边行到世界，美国拢都100几个国家拢免签的啦。你只要迄张要处理的先吼，行到对吼，拢会当出入啦。吼、哦，这是咱参加台民政府啊，有一寡吼无参加啊，无像伊都无好运啊，无多啊。你伊若无问了，你也讲啊嘴大吼，伊就无爱相信啦。啊，你啊个民进党遐个什么外国玩遐个吼，啊你咪还笑诶，迄骗人诶，迄要创啥？有时因着大嘴开哈哈啦，唔开变安尼啊，台湾局势开变安尼啊，对不对？时时咧变化，尤其即个变化吼，因报出来都唔敢报，唔敢公布，你公布因着帮伊啊，你干哪？做一个营业做诶，民进党甲把国民党咧趁咱台湾人进来遮，因来甲伊讲承认讲你这是真诶，恁这条路开对诶，因来认为既得利益者，因迄条是对诶，所以来承认咱，因来帮伊啊嘛。所以各位咧在座哦，对这绝对有信心就对啦。任何伫外口咧讲咱诈骗，讲啊我是骗你啥货啊？恁甲问倒转去，我是骗你啥货啊？顶日你敢骗讲台湾安怎？你顶日骗阮几十栋呢？国民党骗60几栋，对不对？啊！你民进党起来了后是，你有把台湾做啥？有把国际地位带出来吗？无啊！
但今仔你即马上过来讲，又搁矮化，拢甲讲矮化，你甲下人骂人，卖人去讲矮化，咱的国家还要矮化，啊，本来的矮化，你也不是一个国家嘛？美国国务卿该讲的足清楚，台湾不是一个独立国家，中华民国也不是一个正常一个国家，该讲个遐清楚啊，啊，你拢搞袂清楚，所以今仔日。各位，咱个同学有机会来参加台湾政府的时阵吼，老实讲啦吼，我有厝底下拢咧共讲啦，讲人有福运无福运吼，迄足歹讲诶，吼。啊，你来参加一个钓的团队吼，我讲你来钓迄个钓的团队，你就表示有福运啦。啊，你安那呢？迄无福运的吼，人三两句甲讲讲的吼，你就无信心伊啦。迄就变福运啦，迄个福运你升起来，佫有人伊就解救伊吼。啊！你著无信心，啊！你著福运，你著走去。咱毋是讲安那呢？毋是讲台民政府哦，你也在做什么大官？毋是安那？但是你最起码对台湾这历史上哦，你著留一个记录。或者假设那个台湾民政府的时候，拍倒中华民国政府的时候，你若讲迄一点仔力，你若出一点仔力，你干哪？这点